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会哈，我今天应那个陈昌明委员的要求，所以代理主席哈。那现在就报告事进行报告事项，请先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9:16至12:15，下午20:05至5:48。105年11月17日星期四上午9:00至10:33，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陈昌明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刘世芳委员等35人。11月16日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率同所属。11月17日内政部政务次长花敬群率同所属。主席赵召集委员天林。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11月16日，继续审查行政院吴思瑶等16人、赖瑞荣等17人、郑宝清等22人、吴育勤等26人、亲民党党团姚文智等16人、李立芬等24人、尤美妮等22人、王一鸣等20人、林维洲等17人、赵天麟等16人所提住宅法修正草案。11月17日，继续审查保全业法，继续审查行政院审议国家安全法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决议。11月16日，住宅法部分，委员尤美妮等四人，委员吴育勤等五人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第二条增列文字外，依照委员赵天麟等16人提案通过。第七条、第八条、第二章章名、第四条、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第三章章名、第十八条至二十条、第24条至28条、30条、32条、34条至37条、第四章章名、第四条至第45条、第48条、第五章章名、第49条至52条、第六章章名、第57条、第77章章名、第59条、第60条、第八章章名。第63条至第65条、第68条至70条，均照行政院及委员赵天麟等16人提案通过。第11条及21条、66条至67条，均照委员赵天麟等17人提案通过。第9条修正通过。第22条、23条、33条，均照委员吴育勤等5人所提修正动议通过。第29条，照委员姚文智等16人提案通过。第31条修正通过。第38条，除第二项得修正为因外，依照委员赵天麟等16人提案通过。第39条，除第一项修正外，依照亲民党党团提案第33条通过。第53条，照委员陈昌明等5人修议通过。第54条。除将第一项修正外，依照委员姚文智等16人提案通过。第55条，修正居住为人基本人权，其内涵应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所作之相关意见与解释。第56条，修正行政院提案第46条、47、58、61、62，委员吴育勤等26人提案第11条、46条、47条、第60条，委员尤美妮等22人提案46条之一、47条之一，委员尤美妮等4人修正动议56条之一、第57条之一，委员徐正卫等3人修正动议第53条之一，均不予增列。条次及条文中之条次，授权议事人员调整。委员黄昭胜对于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4条、第21条、第43条、44条、45条、49条、51条、66条、67条等条文当场声明不同意。委员徐正卫对于第21条、43条、44条、45条、49条等条文当场声明不同意。个案并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
宴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召召集委员天庭于宴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通过附带决议事项。以下各条文字，第二条、第四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十九条、二十三条、三十九条、五十三条，经主席裁示，委员同意，经列于审查会说明栏。十一月十七日，保全业法部分第十条之一修正通过。个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宴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召召集委员天庭于宴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国家安全法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哈？我想我也补充一下，因为当天我刚才在外面有跟赵天麟委员有跟他交涉过。因为那天其实我对保全法的里面放宽一些东西我是有意见的，那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休息，我们出去开记者会就回来就已经不见了哈，所以我还是补充我的意见。那我请我们的党团一名，我们把它送出来，我想还是要求要送党团协商好不好。那其他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我们其他我们就确定。那现在就进行今天的议程讨论，请宣读。讨论事项：一、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客家委员会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二案；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客家委员会及所属主管收支部分；三、审查客家委员会近三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共四案。四、审查客家委员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汇整表共四案。宣读完毕。好，那我们就先介绍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我们的所有的官员哈。客家委员会主委李永德，李主委。好，然后副主委杨长正，杨副主委。副主委换左明，换副主委。好，主任秘书廖，主任秘书，然后综合规划处江处长，文化教育处孙处长，产业经济处吴处长，传播行销处游处长，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何主任，秘书室主任黄主任，人事室主任徐主任，主计处主任薛主任。政风室主任蔡主任，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专门委员。好，那我们立委怎么刚才我刚明明看到两个立委，现在就不见了。好，那现在就请客家委员会李主委报告，就是105年预算解冻案的报告跟106年度预算案一并报告哈。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这个首先哈，那个跟各位委员哈，报告这个有关于105年呢、啊，那么客家委员会哈预算解冻案的报告。那么我们这个报告呢，有一个书面报告哈，比较这个详细哈。那么我在这边呢，简要的哈，用口头呢哈来做一个补充哈。那么在105年度预算案的所做的决议9个案子继续冻结30%的预算，总共是6360万元，以及另外有一案是传播行销推展冻结委办费1000万元，总计10个案子共冻结金额是7360万元。那么这7360万元呢，哈，那么分别哈是包括第一个，在综合规划发展方面的哈，总共有推动海外合作交流工作案冻结150万，
那么本会呢，已经盛大举办2016海外客家社团负责人咨询会议，亦遴派团队积极赴海外参与主流社会的大型活动，并媒合国内及东南亚客庄进行交流合作，大力推动台湾客家站上国际舞台，以增加客家的全球能见度。另外，在客家文化产业发展部分呢，总共有客家文化产业辅导创新育成、客庄智慧乐活四机应用服务计划、客家文化产业行销推广以及协助营造客家文化及产业生活等四案，冻结3360万元。对此，本会全力推动客庄这个特色产业的创新辅导、产业人才的培育以及青年的创业、客庄区域产经的整合，包括六堆以及我们东部花东地区及客家产业全具跨域的创新服务计划等等。那么，而且在推广客家美食、拓展虚实通路、参与举办大型展览会，以提升客家产业的产值。此外，那么本会也将客家文化内涵结合新一代的科技技术，应用于客庄，以推动智慧观光及消费服务。当然，对于地方政府的补助，辅导其办理客家历史空间的保存、修复名人的故居、营造客庄特色风貌，以及辅导客家馆舍多元化经营等相关工作，更是努力精进其能强化客庄的整体发展。在文化教育推展部分，既有客家文艺发展之推动与辅助，以及推展客家语言教育业务两案，冻结2400万元。本会正积极落实总统打造台山县浪漫大道的客家政见，规划以台山县为示范亮点，重点推广客家艺文展演，鼓励驻点或驻村的演出，其能具体展现台山县的客家人文风情与特色。至于在客家语言教育方面，本会全力营造公视客语无障碍的环境，推动客语进入公共领域，并鼓励地方政府共同参与，促进客语普及化、生活化，建构客语友善环境的标章，其目标就是要让客语成为客庄的通行语言。在传播行销推展的部分，既有办理客家文化资产调查，以及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两案，冻结1150万元。本会正盘点台山县上客家文化资源，并推广价值应用，配合客家人文地景，结合数位网站功能，建构线上主题资料库。此外，在客家传播媒体方面，经本会多次与公视基金会沟通争取后，获得该基金会正面的回应，已提供和协助客家电视资源，包括含无偿播用空间大约有12坪，建置 HD 转档中心，无偿提供器材设备空间、电力、空调、人力等资源，协助代为建置多功能的摄影棚，并同意未来客家电视与节目直播假使有需求，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将无偿提供协助。在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规划与营运的部分，冻结300万元。本会能持续透过研究与典藏资源的收整，活化学术交流，并运用客庄生态场域推办文化与环教课程，借由艺文展演活动及产业展售，呈现客家艺文产业文化之辅导成果，同时强化与在地的连结，串联客家与多元族群的互动，共同推动策略联盟与跨地域的合作。那么推出以主题套餐的游程，吸引人潮，带动地方的发展。总结上述，本会及所属主管105年度预算冻结的9案的部分，之前经过立法院审议准予动支70%，本会呢随即依总统的客家政策主张及大院委员的指教，全面检讨并更新施政内涵，据此推展各项业务计划，希望透过这些创新的作为，促进客家整体的发展。客家施政有其延续性，因此呢，对于上开九案预算冻结继续冻结30%，以及传播行销冻结委办费的部分呢，总计7360万元，敬请各位委员会
那么同意动支，让各项业务顺利能够推动。最后再一次感谢委员各位委员对于本会的爱护与指导。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并请继续支持本会。承蒙太感恩，暗自谢罗兰。以上呢，这个是关于105年度的预算解冻案的口头报告。那么接下来呢，跟各位委员这个报告106年度客家委员会施政的重点计划以及收支预算。同样的，我们有一本书面的报告呢，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那么我在这边呢，那个也用口头来跟那个各位委员做个简单的报告。那么我们口头报告也有一个书面敬请各位委员这个参考。那么有关于106年度的施政这个计划与预算呢，也在报告之前呢，也是要再次的感谢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对于本会的支持跟指教，那么让本会的业务呢那得以顺利推动那么再一次的表达感谢本会及所属106年度的预算主要是依据总统客家政策院长年度施政的方针以及工作各项工作计划的实际需要，妥善检讨编制。那么先报告105年度的预算已经执行到十月底的那个预算的执行情况。那么有关于税入的部分呢，105年度法定预算数法定预算数27亿这个怎么数字错了税入的部分 ，OK， 对不起，我自己在搞。105年税入的部分2723万那么到十月底止累计分配数是1183万那么有超收668万主要是因为是补助按承作厂商缴纳违约金以及收回以前年度补助预算的结余款部分。那么税出的部分呢105年度我们法定预算数是255070万，那么到十月底止执行率达到91.79%这个符合执行的进度。那么接下来报告是有关于106年度预算编列的情况。为了兼顾政府财政的负担以及妥适运用有限的预算资源，本会及所属106年度预算系在行政院核定预算额度内通盘检讨现有的施政计划之优先顺序，简列已完成或效益较不显著或有待精进之业务，将预算资源移作新兴计划之用，各项计划内容均属持续性与必效性。以下就预算的编列情形简要的报告如下。第一，有关税入部分，106年度预算税入编列2813万5000元，比105年度增列的租金收入90万元，约增加3.3%。编列的项目包括课语能力认证考试报名费900万元及资料处理费收入561万。第二是南北客家文化园区演艺厅场地的设施的使用费150万元，以及园区停车场、餐厅以及客家特色商品展售区的场地租金收入1200万。那么其他的杂项收入呢是17000元。第二，有关税出的部分，106年度税出预算计审慎这个核实编列28亿1064万元，比今年度就105年度呢增加2亿5993万元，约增加10.19%。那么这个增加的部分以及编列的内容呢那么分别报告如下第一项，在客家文化耀生计划编列5亿4982万8000元，比105年度增加1000万元，主要是增加办理国家级客家知识体系的计划等相关经费。第二项，客家语言生根计划编列3亿2076万元，比105年度增加7000万元，这增加的幅度呢达到27.91%，主要是增列奖励地方政府
整体发展客家语言以及文化的推动啊，客语的扎根等相关计划的活动的经费。那么这也展现是未来哈，我们106年度呢客家语言的生根呢，会是我们这个调整以后哈，那么重点是施政项目之一哈。那么第三项呢哈，客家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计划编列1亿4879万，比105年度增加1000万元，主要的是增加办理客家产业群聚跨域创新服务等计划的经费哈。第四项。客家传播行销计划编列6亿2010万元，比105年度增加1000万元，主要的增加的部分是在办理台山县客庄浪漫大道整合行销传播及直播多元客语腔调的客语教学电视节目等计划经费。那么第五项，海外客家事务推展的计划编列5649万元，跟105年度就今年度呢，这个额度呢是相同的，主要呢也是一样继续持续办理推展海内外客家的交流活动，客家青年参与国际事务哈，客家客庄交流及推动筹组国际客家组织等事项。那么第六点呢，客家文化生活环境营造计划编列7亿627万，比105年度增加1亿5661万5000元哈，增加的幅度呢达到28.49%，主要呢也是增加哈办理客家聚落人文地景的维护、特色风貌营造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制，以及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及客家名人故居的修复等利用等计划经费哈。第七项。客家文化双灯塔跨域价值整合发展计划编列1亿2510万元，比105年度减少1466万元，主要是建制开放式合作典藏库房，前期展示装置已经部分完成，减列相关经费。第八项是加速行动宽频服务及产业发展方案智慧客家乐活4G应用服务计划编列6200万元，比105年度增加3500万元，增加幅度达到将近130%哈。那么主要的部分是运用现在的智慧科技呢哈，那么应用在这个客庄的服务计划以及客庄的跨域整合计划哈。那么第九项是人事费哈以及其他的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等编列呢2亿2128万1000元，比105年度减列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551这个部分也是仅秉持政府这个行政院要求在我们在人事以及一些基本行政工作呢能够持续的这个减省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最后呢跟各位报告，就是客家文化语言的保存以及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长远艰辛的工作，本会呢全力推动客家文艺复兴，以文化价值策略推动客家的经济，让文化生活生态产业形成的有机连结，借以创造下一个客家美好的年代。恳请我们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先进呢对本会以及所属106年度的预算呢继续给予支持给予指教。那么以上报告呢敬请各位委员那么这个参考并再一次请托继续支持。那么沈孟泰格安置 C 罗兰以上报告，谢谢大家，安置 C 罗兰。好，谢谢主委的报告哈。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综合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截止登记时间10:30，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现在就进行询答哈。我们第一位请赵天麟委员询答。好，谢谢主席。我们想请李主委。请主委。赵委员你好。主委你好。这个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全球濒临危险语言地图的分析，那这个客家话
曾被认定是受到侵蚀的语言。那它的定义很清楚，就是说群体内部一部分成员已经转用其他的语言，而另外一部分成员，包括儿童，仍在学习使用的语言。好，就像跟台湾现在很像。那但是呢，这个国内的学者更担心，认为说其实已经到了濒临危险的语言。好，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使用者都在20岁以上，而群体的内部的儿童已不在或者多不使用啊这样的一个语言的情况。那甚至有人认为说是严重的危险。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说过去行政院的前副院长叶菊兰，那在全国本土教育研讨会也提出警讯，他说呢，这个如果这个闽南语，就是我们俗称的台湾喉咙喂，如果是在挂号中，那客家语可能已经是在急诊室急救了。哦，那所以呢，当然很多的政府都提出了很多的这个解决急救方案了哈。那我们也看到说，美国语言学家也认为，语言是社会、社群、文化最重要的元素。如果那个语言死亡了，那个文化特有的知识就丧失了。观察世界那一扇窗，独特窗户就关起来了。这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发生哈。那我们也看到历任总统候选人都有提出客家政策白皮书，都以传承客家语作为它的核心。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有看到啊，2000年开始，阿扁前总统主张用语言平等法来保障各族群的使用的相关的语言。马英九政府也有表示说，在公事场合也可以使用客语。政府机关必须设必要的这个翻译人员，好，这个部分。那小英总统呢，甚至认为说客语是国家语言，应该列入到公共领域。这个应该是在我们的领导人跟领袖阶级大家的这个宣示。那可是呢，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小英总统政经要怎么落实呢？好，这当然就叫客委会。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预算里面呢，客家语言生根计划期程是2003年到2008年，现在是在期程当中，总经费是153,772,200元。我们现在准备要审议的就是明年度106年度编列的是3,276,300元哈。可是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说它的执行率的问题。我们看到说这个相关的部分哈，这个相关的图表里面我们有看到说102年度、103年度到104年度。那个执行率是节节下降，这个是客委会推动公事客语无障碍环境计划执行概况的情形，从100%到77.758%，到104年度只剩下34.79%。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在公事客语，在公这就是我们在进行公务的相关客语的这个环境无障碍环境计划。那你说像我们现在桌上的这些这个翻译设备，这非常好，我们已经肯定过你了。可在大部分我们参与过的这样的一个公事环境里面，其实并不多。那另外我们看到说客语传承的预算执行呢，在我们往下看，30岁以下通过就是通过率，这个初级认证通过率只介于在31.62%到55.37%之间，而中级至中高级认证的通过率也只有在39.59%到50.83%之间，通过率啊勉强都只过50%，很多都不到50%，还是属于偏低。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也是一样哈。那所以呢，就是我们再来看客委会在101年到102年度调查13岁以下13到18岁客家民众会听会说客语的比例最低，现在这个是青少年的部分。我们可能还没调查到儿童，那可能会更危险这样子哈。那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就是客委会里面的调查，13岁以下的会说客语的、会听的比例、会说的比例也相对都偏低。那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高雄市的客委会在2013年到2014年委托高师大钟正成教授执行国小中高年级沉浸式客语教学计划的调查。那他调查里面呢，他针对美浓地区国小4校8班151位3年级学童能听懂客语的比例还可以47.3%，大概一半左右啦齁。但是能说的比例呢只剩下 12.7%。那跟同学间会用客语交谈的竟然只有 1% 这样子。那在一般视为客语核心区的美浓，儿童的这个母语能力就已经这样子了。那其他地方更不用说。所以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位来从美浓到达高雄原高雄市市区在进行就是工作的一位企业家。他讲的就完全体现这部分。他说哦，他现在跟他的小孩讲客语他们听得懂哦。但他跟他回话他都一定就讲所谓的国语啦。
他就是不跟他讲客语这样，那他也很困扰，所以他有一个我很武断的断言，我希望不要发生，是我们的责任。他认为哦，客家话哦，到他孩子那一代就结束了，这样，这是他的看法了哈、哦，这非常相当的担心。那另外呢，客家歌手罗文义哦，他很更特别，他在街头上直接做一个音乐实验，他呢在街头直接唱客语跟韩语两种版本的这个《烟楼清风》，然后呢他在唱客语版本的时候呢，经过的民众停下来听的寥寥可数，那可是呢这个唱韩语版的时候，哎，他发现很多人就会停下来开始听他唱歌，同样一个曲调哦，他用韩语跟客语唱这样子，然后呢结果他发现的是说，很多观众表示他常看韩语的电视啦、电影啦，所以他对这个很熟悉的语言他反而有比较有兴趣。那所以呢，我们最近不是在看万圣回家这部电影吗？我们讲的是台日之间因为战乱，然后很多人在追寻他过去的语言、过去的记忆。我们现在其实是陈平时期，我们自己属于台湾中华民国，我们在这里的客家语言传承当然非常的这个重要了哈。所以当然我接下来就要请教您的问题就是，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要让我们审议的预算跟计划里面，您怎么样可以确认第一个把它的执行率提高，第二个怎么样让我们的语言不会像刚才那位人士讲的一样，真的到他的孩子那一代就结束了呢？好，谢谢那个赵委员哈，这个指教哈，那个赵委员引用的数据还有情境哈，都非常这个是描述出现在客语面临的困境跟挑战。那么我想客语经过我们自己也曾经自我反省过哈，客委会成立15年哈，那么总共使用了政府的预算哈，那么200多亿哈。那么我们不管是在做这个各方面的建设或活动，其实最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能够复苏哈，挽救哈客语的传承的。那么当然，语言的趋势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当中哈，那么一个社会比较少数的哈，那么它最终啊哈，那么当然难免哈会走向哈这个逐渐消失的这样的一个命运。但是呢，如果哈，历史也证明了哈，如果政府还有这个族群还有这个社会哈有决心的话哈，那么这个语言是可以救得回来的。那么我们经过了15年的努力，那么还没有哈脱离险境哈，目前我们的处境，所谓还没有脱离险境，就是说我们越年龄层越低的部分会使用客语或会听客语的也越来越少哈，并没有这个所谓的谷底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不过可喜的就是，至少对于客家的认同哈，以及它流失的速度哈是有减缓哈，是有减缓，所以我想现在应该到了一个机会哈，让我们来彻底的哈，那么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认为这个两部分呢，只有两个部分要去加强，一个部分就是国家必须要展现对于多元文化实现的决心，这个决心是什么呢？就是要用法律哈法制化。法制化，比如说刚刚赵委员提到的公示语言，其实公示语言过去我们在法律上呢也有一些些哈，这个我认为在可能影响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所谓的重点地区哈跟非重点地区，那么重点地区呢本身大家都在讲客家话了哈，所以它其实反而需要客语无障碍的机会呢哈，其实还没那么高，但是对于都会区哈，还有一个非重点地区呢，我们客家的乡亲不是那么多，他反而更需要，但是在我们过去的政策里面呢，这个部分是被忽略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去调整。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所有使用的方法都是用奖励或者是补助，可是奖励跟补助呢必须建立在哈这个族群本身有这个觉醒的那个基础之上。那么如果说这个没有一些强制性的话，鼓励跟奖励是有兴趣的，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推广，这个校长如果很认同，这个校长如果很热心，这个学校就会做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些学校的校长他并不是那么样的这个热情，就是把热情放在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学校的那个推展就会很差。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法制化，就要求好，在公共的场合，不管是重点地区或非重点地区，不管在教育体系或者社区体系哈，那么都有一定的最起码的使用的这个范围，这个就是刚刚这个赵委员提到的，到底是应该用
国家那个语言发展法哈，或者是平等语言法哈等等法律来规范。那么这个东西大家后台还在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先进行客家基本法，把有一些语言的如何去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包括公司领域，能够具体实施的要求哈，这个部分呢已经完成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我们在经过内部一些咨询跟听证的程序之后，那么我们会送到行政院，然后送到大院来经过审查，到时候请啊让赵委员支持。我认为只有这个部分呢、啊，才能够让客语在谷底哈、啊、去回升呢、啊。好，谢谢。预算上我们都会支持，但我们希望是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对，我们的目标其实都一致，是希望语言可以让它保留下来。好，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李进义委员。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客委会李主委。请主委。李委员你早，嗨。主委早，好。其实有关客家的预算问题，我们其实在这里讨论过很多次哈。那今天审查预算，我还是有针对预算的部分要跟主委请教。OK， 来，我们来看。诸位，其实我们编列预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编列以后还有执行。好，那编列跟执行，特别是执行率的部分，如何掌握这个执行率，避免有所谓的剩余数，或是避免保留的部分，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好，不管中央地方，来，我们看第一页。好，这个是我们中央地方政府预算编列的原则，每一年都有一个原则嘛。好啊，这个也是我们强调的部分。好，来下一页。那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客委会的预算，你们每年的保留数其实都蛮多的。每年的保留数都蛮多的，甚至有占到10%几、哦、那保留数这么多，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主委要不要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保留数比较高的哈，是在应该是102年度跟104/103年度那个时候，整个客委会的预算哈超过30亿以上。那么以客委会同样的人力哈，还有同样的这个计划哈，要执行这个哈，的确哈。在是会让保留数比较高一点的哈，那么第二个呢，当然这两年来哈，这个有进步哈，那么现在我印象没有错的话，104年哈是13%哈，我们内部也做了一些检讨，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属于客家文化生活营造的部分呢，这个部分经费是比较大，而且牵涉到工程的进度啊，其实这个就是我的重点是。其实你如果仔细分析你们保留的部分，其实绝大部分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所谓的客家文化、客家这个营造。对，那这个就是我上次咨询的时候提过的所谓的重点发展区域。对，那重点发展区域，因为必须跟地方政府还有地方乡镇配合。对，所以地方乡镇如果不配合的话，你们的保留数就会增加。对，是不是这样？是的。那所以我现在的问题还是在那个老问题嘛？如果你们所谓的重点发展这些乡镇，那事实上他的兴趣不高，或是他因为人力，或是因为数值，或是因为首长不在乎，他就不做，那永远都放在那里，你们保留数就一直在那里，不是吗？不是这样吗？有一部分原因是的确是如此的哈。那么所以我们改进的方式哈，大概有两方面哈，跟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核定哈这个客家文化生活营造的时候，我们是在前一年度哈就至少核定，比如说70%到80%哈，让年度一开始的时候，地方政府也可以立即哈去纳入预算哈，去开始去执行哈，所以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执行哈这个计划。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哈，其实对于这个所谓前一年度或历年来执行率偏低的哈。地方政府哈，不管是乡镇工程或者是县市政府，如果执行率这个超那个偏低的哈，我们会在新的年度核定的时候会做一个参考指标了，我们就会。对，这个是我花了好几次哈跟你沟通这个观念。对，是。我希望我们未来有一个调整，调整的重点在哪里？对，如果所谓的重点发展乡镇，他不愿意做。那就算了吧，那就把这些经费补助给有愿意要帮忙推动客家文化、客家语言的，比如说我们嘉义市，
嘉义市其实每年办很多的客家文化活动，而且每一次我都到场。对，每一次我都到场，他们就一直在讲说，因为我们不是客家重点发展乡镇，所以我们通通拿不到补助。那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所以我希望客委会未来这个部分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对于那种不是重点发展乡镇，但是他非常努力在推动客家文化的，应该予以鼓励吧。好、okay, 应该予以鼓励，所以这个希望啊、哦、主委啊、哦、再一次强调这个观念。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来再下一页。好，第二个，我上次在质询的时候，我听过我跟你提过，你们有很多的 APP、嗯、哦，那我希望这些 APP 要做一个整合，好、哦、要做一个整合，我们来看一下。来，其实你们过去有三个啦，好、哦、一个是同花记的 APP， 一个是所谓的那个客家丹诺的 APP， 一个是我爱哈嘎的这个 APP。我爱哈嘎这个 APP 已经下架了嘛，好，已经下架了，现在整合在一起嘛，好、哦，整合在一起。来，下一页。那现在你们有同花记的 APP， 这个也有编预算，好、哦，这个也有编预算。台湾客家登陆登陆大街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是附带型的，所以它没有预算。好、哦，那爱哈嘎这个已经下架了，所以这个方向我要肯定一下客委会，这个方向是对的，谢谢，没有必要的 APP 或是。太分散的，那重复在做的这个东西都应该处理，嗯、都应该整合。嗯、来下一页。但是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嗯、你们这些 APP， 你们要去检验一下它的成效到底怎么样。嗯、你们有的是102年就设立，有的是103，有的104，但是看起来现在到目前为止下载的人数都非常少。嗯、那主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形？你们准备怎么改善？这个部分我们内部也有做一些检讨了哈。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会把一些哈这个集中哈活力哈。其实除了既然有设这个哈这个 APP 或者是网站，那么我们会透过多元的管道哈来做宣导宣传呢、啊。其实哈，你们那个比如说哈客网的这个学院哈，下载次数4577，从103年到现在。百聚认证网哈，从102年到现在2182，诸位，我针对嘉义市哈，我自己有出了一个包括嘉义市历史还有食衣住行的 APP 啦，嗯嗯，下载人数都远超过这个了，都上万以上，嗯嗯，所以我希望这个主委也要注意这件事情、嗯、现在这个变成大家通用的一个工具，利用这样可以加强宣导客家的语言跟文化、okay. 而不是只是在介绍美食而已，所以这个部分我拜托主委、哦、你们现在预算没有呈现这个部分、嗯、但是拜托主委这个部分要做一个重新的思考跟整合、哦 okay. 这个问题不要再出现了，不要再出现，因为你们下载率低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嘛、嗯哦、所以这个拜托主委要处理、嗯、来好，谢谢谢谢主委。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在所谓的浪漫台三线的、啊、哈，主委要不要把浪漫台三线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再讲一下。浪漫台三线主要的，我们现在有三个面向哈、啊，来进行这个细部计划的一些规划了哈、啊。这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人文形塑哈、啊，就是台三线的哈、啊，那么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客家人文的所在哈、啊。如果这样好了，因为有时间的限制，我直接讲，对，我说其实是用台三线做界面，对，然后发展客家的语言文化还有经济特色产业，没有错吧？对，没有错。那其实台三线是一个界面嘛，对，重点还是在客家的语言、客家的文化跟客家的特色产业，是这样的情况。对，好，来我们来往下看。所以我现在要了解就是说，有关浪漫台三线，其实依据你们的规划，总共要31项子计划，对吧？嗯、对、哦，就是包括我的语言文化、语言啦、啊、文化啦、啊、特色产业啦、啊、经济发展怎么弄？那所以不止你们客委会嘛，还有那个经济部嘛，还农还农还有农委会嘛，通通要参与嘛。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在客委会里面有这些预算，对，但是你们31项子计划我还没有看到、欸、还没有看到很完整、欸跟委员报告哈，就是我们现在也逐一个一个哈，跟相关的部会啊去拜会，然后去厘清哈哪一个部分是各个部会，因为之前呢大家都用书面公文哈在往返的，好，所以这个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一个拜会哈，那么当面讲清楚，哎，好，主委，我想请你看下一页，对，
其实你们105年，你们本来的规划是6月到9月、10月到12月，哈，还有106年这个期程要把31项的这些子计划通通完成。嗯嗯嗯、那我要特别提醒主委，对，包括客委会也好，包括原民会也好，过去在我们的行政院的内阁里面都是弱势部会，就是讲话都没有人理你们，讲话都没有人听。那我现在相信我们的院长还有我们的蔡总统。不是这样，都站在你们的后面，嗯、所以我希望主委更主动积极的把其他部会应该配合的这项所谓31项子计划，要赶快来完成，赶快来推动。Okay, 好，好，谢谢，这个我拜托哈。好，然后下面来谢谢，我现在还是比较关心的，你们是客家广播电台，嗯，好，这个 NCC 已经公布了嘛，是17号，对不对？他17号正式公布要从中广收回来的频道，然后。要做客家电视台，客家广播电台用。那客家广播电台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必须有它的法源，必须有它的基础、嗯嗯。所以我要问的是，来下一页，再下一页，我们什么时候修正客家基本法，然后让客家文化基金会有一个设立的法源？客家基本法我们现在正在已经完成哈，这个。内部的草案的修订哈，那么进行咨询哈，以及公听的程序，那么预计哈在下一个会期哈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哈。来下一页，哎，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对，客家基本法必须要通过，然后有授权给客委会成立这个客家文化基金会，是，然后我们才能比照所谓的公管集团用过去原民会的方式哦设立原文会，然后由原文会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速度要快，是，速度要快，因为电台明年就要开始了，对，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法案，哦，所以这个拜托主委。第二个部分，跟委员再补充说明一下，在这个。基本法这个还未完成法定程序，以及基金会未完成程序，我们先暂时用公营电台哈的方式，所以现在是以客会为主体哈来办声色了，所以这个时程上哈是可以并行。我的意思是说，未来的方向是这样。对对对对。所以你们这些期程一定要加强。OK， 好。你没有法源的话，大家总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未来如何修正客家基本法，然后授权给客委会可以设立所谓的客家文化基金会，然后未来来处理广播电台的问题。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几家民营的所谓客家电台？客家电台，我们称为叫做客语指定电台了哈。就当时在声色的时候哈，那么现在应该目前有7家了哈。我的担心就是未来客家广播电视台、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以后，会不会压缩到这民间的运作？会不会压缩到民间的补助？这个希望主委去了解，因为时间也到了，我希望主委去了解，所以说会不会因为我们设立客家广播电台，然后压缩到民间真正在经营所谓客家电台的？因为他们是很热心、他们也很有心 来做这个，那会不会压缩到这个情形？我希望主委一并来处理、okay. 然后未来在有关客家广播电台的时候，你还是必须到我们内政委员会来做一个专案报告，我们了解情形，然后尽快的配合你们来修改我们的客家基本法，拜托主委，谢谢。好，谢谢李委员，我可不可以再简单再补充一下，就是有关于未来那个客家电台成立以后，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跟民营电台哈，采取合作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哈，已经有开过会了哈，其实大家有那种合作的方案哈，来共同推动了，所以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谢谢。因为民营电台跟我反映，他们对，没有错，他们一开始很紧张，好，谢谢，所以我们有面对，我们有做说明，对。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怡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有请主委。啊，请主委。主委早。之前我们有讨论过有关那个客委会明年度的预算哦，冠了新南向的3个字考察。其实我们知道，就预算多了将近3倍。那后来你们也给我你们的计划哦，而且。不止把经济部的招商业务也揽下来做，现在我们又发现说，106年度的新南向考察计划本来不看都还好，因为你们这边就是
招商嘛，然后但是呢，在整个预算的费用里面，我想请教一下主委，对于你们自己编列的考察计划，你到底有没有看过？知道这个考察计划总共有多少人员参加？实际上详细的内容哈，这个有六位在，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了。其实不应该不是招商了哈，我们是等于说，因为东南亚哈。有很多国家都有客家台商会了，哈、哦。对，那么客家台商会呢是连接，因为这个我有看到哦，你目前就新南向的，你冠上新南向之后，这个预算其实就是比其他的部会相对比较高，那也几乎是多了三倍之。那我们都不要说，因为包括你说拜访有关的客家的团体，要去做学校产业传播媒体等等的这些文化工作，哈、哦。那包括呢，还有要去拜访工厂、企业、餐厅等等，哦，寻求合作贸易或互相投资的商机，哦，这个应该都没有错嘛。那我现在想了解的是，那您的主委，您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考察计划到底总共几个人去，总共去了几天？新南向是你们小英一直在推的政策，这个出国天数八天嘛，那个出国人数是六个人呢、啊。对，六个人。对，然后呢，你们的生活费，一个人去一趟六天要30万，一天一个人的生活费要到5万块。然后呢，总平均下来，一个人出国一趟，这一趟总共要花到12万一个人。那我们不要说这样的花费预算，不仅比往年考察东南亚预算都要高，跟别的部会考察预算相比也比较高。但我不能理解的理由，什么理由生活费一个人要到5万块一天，一个人要到5万块，那一个人要花到12万。这个跟委员理由要不要说明一下？这太夸张了。这个部分应该哈没有委员所讲的哈，比因为这是完全都是根据哈行政院所颁布的标准。交通费千万、十万、千万算，交通费514000，生活费300000，办公费才110000。我不知道这个比例是什么摊体。如果你去是这么认真的在做招商，这么认真的在做客家文化交流，奇怪，这生活费要到5万块一个人呢、欸，然后交通费51万，办公费只有11万，那你到底是去旅游还是去做客家文化交流，还推什么新南向？不，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好应该都是在主计单位哈，都是根据行政院有一个叫国外出差旅费的报资要点哈去所编列的。没错，我相信这个一定哈，但是不会比别的部会要高，因为这个是整个行政院一致的标准。你不是用其他的部会来做相较吗？是你们去了哪些地方，做哪些业务内容吗？那你们是去东南亚，然后东南亚的东南亚的标准啊，就根据东南亚标准。所以我讲了嘛，东南亚的标准交通费就已经是514000了，去六去我看。对啊，去八天哦，才六个人去哦，就514000，生活费一个人一天要5万块哦。生活费一天5万块钱，这是在哪里呈现的？你们自己编列的啊。拿来那个资料在哪里？然后接下来办公费是110000啊。这一天怎么5万块？这是你们回给我的啊，那个问政资料的答复啊。去六个人八天，生活费300000嘛。八天六个人总共300000，对啊，一个人一天50000、啊、不是，我说总共一个人出去是生活费 total 50000，total 你全部的费用一个人120000，对的，这是八天全部六个人总共是300000，没错啊，我知道啊，我就说八天六个人一个，我现在跟你锱铢必较的不是你，只是你一个人去了八天，一个人的费用要50000块的生活费。总共出去一个人要120000的差旅费 ，total 一个人总共要花120000。这样的编列你们不懂得去检讨。我刚开始问，然后好像还应该要花，你们现在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呢，不是用应该。你们都说这应该就是这样子编列，这什么叫应该？不，这个完全是根据行政院哈这个出差这个标准这样子规定。如果这里面有可以检讨，我们更可以去检讨了。你们应该要去检讨的嘛？怎么说？因为是行政院的规范的编列，所以这样的编列呢？不，那要不然我们根据什么来编列？不是啊，你编列你是要去做一个家，这太夸张了，你办公费才11万，这样的比例也不对啊。是按照规定吧？
不是什么叫按照规定办理嘛？你包在新南向，你的预算就已经比别人 triple 三倍了呢，比其他部会都还多。比哪一个部会多三倍？请你委员拿出来。主委，尊重你的态度。对，我希望委员啊，这个讲话要有凭有据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我们拿出来跟你检讨，道理不对。要有凭有据，比哪一个部会多三倍？哪里不对？没有，我没有说你不对。主委，我是说，嘿，主席，你觉得主委这种态度对吗？我觉得这个委员是大家不相，大家不相尊重了，好不好？真的不想，你们监控的是人民纳税人的钱。待会就请他们在。如果有哪一个部会，你要讲出哪一个部会啊？对，如果有错，我们马上道歉，我们马上修正啊。对，包括招商业务人在经济部的，他们都在做啊。这上次就检讨过了嘛。不，我跟你讲，不是招商嘛。不是招商，参观当地从工具代表工。好，那我们现在主席的指示哈，我们内部再检讨好不好？就是说，如果我们一刚开始拜托你们检讨，你们这是什么高傲的态度啊？不是高傲，我认为就是委员指教的有道理，有凭有据，我们马上承认错误，马上做检讨。但是我希望你指教的时候，请你拿出证据出来。这是你们给我们办公室的。这个是我们提的说，但是你刚刚讲说是跟别的部会多三倍。我一开始问你，请主委说是什么理由？比哪个部多三倍？比其他部会都还要高嘛？哪一个部会高嘛？你说嘛？主委，我们待会儿再去检讨看看，比较其他的部会，我觉得我们的财政不够好。我说现在话都是人民纳税人的钱，为什么我们不能去问你们花在哪里？我们客家的精神一定是秉于节俭，这是我们客家的精神。但是呢，如果你有所指控，你的精神没有看在你的预算上，必须你要指控要拿出证据出来啊！我想这个部分，这个是你们自己给的资料，所以一个资料是怎么问？你刚刚讲那句话说比别的部分是高三倍，对，一个部分我们是怎么问你的？请你说明，我们好声好气的在问你们，请你们说明这些钱花去哪里？大家都好。我刚想说，一刚开始你了不了解你自己的费用？如果我觉得有问题，几个人哪一个地方包括前面的哈？一问三不知，那今天来讨论什么预算？你们新南向是你们推动的，我问说你们去了哪里，去了几天，几个人去？还没有去，还在规划。还是去问幕僚嘛？那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好，大家心平气和哈，主委很心平气和的。没有，我看你一点都不心平气和。OK， 你把这个就是包括你们现在要新推的业务，跟以往的业务，我们再跟其他的部会做比较，因为我们的财政的确不够好，看看如果可以能省就省。把这个部分再做检讨，好不好，主委？光比105年度的考察东南亚的预算就多三倍，那请你们去把去年105年度的拿出来看，是不是比其他部会高？请你们提供嘛！如果你们觉得都没有比其他部会高，请你们提供来说服我啊！好，谢谢，我们会比较哈，这个是这个，然后分析数字，然后给委员做参考。现在是我应该做资料给你们，是不是？不是，因为是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没错啊，那资料也是你们给我们的嘛，所以我们一个资料没有比较其他的部会，没关系啦，你提供给我们啦，好，对不对？105年度的跟其他部会的提供给我们。接下来我要问，对不对？真的是花纳税人的钱还不能问，还这么的高傲。对不起啊，这个委员会没有高傲。接下来，上个月林权院长走了一趟台三线，提出要滚动调整浪漫台三线。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叫滚动调整？是滚动调整台三线有看到瓶颈的吗？因为台三线从2012年蔡英文他在选总统的时候，他就开始在走了，代表2012到2016的两次选举，他都非常的重视台三线。那我好奇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走访。也提过政见计划，到现在林权院长还要客委会提计划，是提什么样的计划？要滚动调整，是滚动调整什么？这你的专业啦，我可以问的吗？不，陈委员当然都可以问的哈。这个台三线哈，任何一个计划哈，当然都是要这个滚动式的调整哈。那么所谓的滚动调整，就是你一个计划出来以后，你包括跟地方上去座谈也好，或者是在执行当中哈，那么总是会碰到一些可能哈，这个原来没有预想到的一些状况嘛，所以我想这个滚动性调整是一个正常。那什么样的状况？我想要了解啊，因为从2012就不断的在推，一直到2016选举，都是台三线都是你们在主打的。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嘛，他还要请你提客委会的计划是什么样有关的相关计划内容？那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瓶颈，还是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去做滚动调整？
现在是说将来要做滚动性调整，就是随时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什么新的意见我们纳进来。现在为止还没有说要修正，所以也没有任何的计划要停吗？因为他到现在他有说，院长还希望你们提客委会能够提相对的计划出来啊。先计划都有啊，计划都有，那涵盖哪一些部分？那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瓶颈？有没有遇到瓶颈？在整个现在还在一个沟通的阶段嘛？沟通什么样的沟通？沟通就是我们拜会相关的哈，这个部会包括这个我们农委会哈，还有经济部哈，接下来我们拜访交通部等等，帮他把我们的构想哈，跟所有的部会去做讨论。那么这讨论当然也要听听各相关不同部会的意见嘛哈。然后同时呢，也有地方政府哈，因为有这里面有几个四个县市政府，五个县市政府了哈，五个县市政府的首长哈等等，我们也都必须要去广泛的，对，还有地方很多的一些产业的团体哈，还有文史团体哈等等，都是要听取大家的意见了。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台山县不是只有客家县市的台山县，台山县从北部一直到中部南部，那当然就是你说的。它期间呢也具有经济价值或者文化特色，绝对不是只有所谓桃竹苗或屏东地区。那所以客委会未来拟定的台山县的浪漫大道计划有没有涵盖其他非客家的县市？为什么又要这样问？因为你要做的一定是一个带状式的观光嘛，所以未来会不会涵盖非客家县市？如果没有涵盖，那我想请教的是，非客家县市能不能相对也跟中央去做一个抗议？因为你要打造台山县，全台湾不是只有台山县要打造，要去重视啊，你不可能去忽略其他地方嘛。那客委会有没有跟陈委员报告哈？就是现第一阶段所谓浪漫台山县啊，是到台中的哈东势石冈，那么从龙潭哈，那么北部是从龙潭开始，那么这个是第一阶段哈。那么我特别跟报告是没有包括到东势以南的地方哈，因为现在第一阶段我们是在做一个新的一种经营的一个尝试哈。那它不存在是为了观光的，然后第二点是跟这个为了什么？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应该是为了在地的生活，为了在地的产业。那么我跟陈委员报告一下啊，从台湾哈整个过去几十年来的一个发展哈，这个台山现在是相对哈公共设施或政府关注资源比较少的地方哈，所以为什么要台山县哈？特别现在呢要有去那个做一些经营哈，做一些规划。那么这个跟过去的被忽略也是有关系了。嗯，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忽略其实说这个忽略啦，你们自己也因为他自己，因为你们去的时候其实有跟好像有去师谈嘛，对不对？就是对嘛，有去师谈，但那时候呢，其实你们也是希望是青年能够回家乡打拼等等。那他有说新的产业发展跟浪漫台山县的政策其实是相对符合的。嗯，哦，所以应该是不只是带动经济文化之外，还有包括就是说你的带状的观光旅游哦，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大家能够去认识客家文化。对，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建议应该是长期的。哦，那而不是只有针对只有客家文化的县市哦，所以要如何整个带动一个带状性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主委应该去全面考量的部分，而不是只有特定的点，好不好？应该是全面性的，嗯，可以吗？可以，好，好，谢谢。时间到哈，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徐增卫委员，你跟他讲。主席好，麻烦我们主委。那请主委。哎，徐委员你早哈。主席早，主委早哈。嗯。这个刚才听到我们有关于我们这个台山县的部分哦，所有的人通通都关注在台山县。这也就是我们呼应一下这个我们台积电和董事长曹新成讲的。董事长，我们这个张忠谋董事长讲的，政府在推动创新的五大产业的时候，不断的辅导的哈，这些其他的大公司，让大者恒大，小的越来越没落，让大的不断的因为他的财力以及他的必须去扩展，然后去并购并很多很多的企业相关的企业。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讲，听了前面三个委员在质询浪漫台山台山线，台山线从101年到105年，其实已经花了35亿了，35亿。台山线连接两个南北双塔的部分，南北双塔文化园区的部分，这个部分这6年间已经花这么多钱了。那现在我们在做的是文化景点还有所有据点的整合，在做整合。刚才这个李君毅委员讲，这个部分今年在做整个整合的这个工作，所以今年又编列了这个8.7亿，还是只是账面上本席算得出来的。我们想想看，身为花莲县全台第四大的课程，请问我们东西的差异真的如此的大吗？本席在10月12号也质询过我们的主委，106年您对东部的预算到底有多少？我们来看看，这是101到105，我们六年就针对台山县，还不加上我们什么国家级，再加上浪漫两个字，已经花了35点多亿。103年到108年，我们的您要科目我给你，客家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计划，6年12.4亿。105到101到105，您要更清楚，客家文化生活环境计划推动了完成了台山县及六堆之区域整合，示范性打造客家产业。好，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我们对苗栗六堆双塔的计划，我们今年106年的预算再编列3.5亿。其实应该算3.6亿，因为是3亿5903万。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是我们目前西部账面上都看得到、查得到的。我们东部您怎么看？东部在106年，就是本席讲的，10月12日，本席已经。这个我们请问我们的这个主委了，客家特色产业亮点业者辅导，即东部客庄区域产经整合只有1400万，而且后半段是东部的，前半段是跟全国分的，大家作文比赛，这个部分您怎么解释？东部人就这么可怜吗？我们就永远被漠视吗？我们特种部不是说他是客家妹吗？然后在原民会又说他是平埔族，跟那个徐委员报告，那您的夫人又跟所有的原住民乡亲说是那两个字，是不是？您的看法呢？跟徐委员哈，这个我们就预算讨论预算哈，不要去牵扯这么多哈。我们就说这个部分，我就跟委员报告，在花莲的客委会的补助哈。这么在103年度的时候是占全国第五名啊，那么占预算的10%。主委，本席现在就106年，104年，本席就106年，所以这个105年都过去了。106年你到底编列多少？预算是跟台山县有关的是8亿多哈，但是呢，客家全台湾呐420万，你只要告诉本席。有一半的客家乡亲为什么这么大？一半的客家乡亲哈，都在这个桃竹苗还有台中哈，总共占了200万，哦，所以他总共8亿多呢，占总共28亿的预算呢，不到30%，哦，所以这个并不为过了哈，这是第一点说明哈。第二点就是说，中部长期的客委会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您只要回答106年，您对东部。我们的编列到底是多少钱？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个要看东部哈，
我们的地方政府，还有这个包括地方的哈，这个乡镇公所提案，这个是一个竞争型的提案的预算，没有办法根据哈。对于我们区域平衡发展的部分，怎么可以如此来漠视东部的人呢？对于东部的区域的发展哈，另外有这个东部的那个条例哈去处理。客委会的部分，如果您把所有经费通通把它放在我们花东发展条例，请问？不是，客委会里面就是照顾到东部人吗？我跟委员发展条例是在做我们，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基本长期以来客委会做东部的客家乡亲没有忽视。我们下一页，哎，您看看下一页，东部慢活台九线。产业的部分，我们的纵谷北区的健康慢城，纵谷中区的品客生活，纵谷南区的美食文旅，请问这些你花了多少钱？您要多少钱？您要编列多少钱？您刚才说，我们的文化是永续的，永续的经营，阶段性不断的推动，这个是之前105已经开始规划的，请问这106年预算怎么都没有看到？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不，在这个预算里面不会是针对哈这个哪一个这个乡镇哈哪一个哈这个，总共是在东部的预算。这个我说这个东西是计划性的蓄蓄，不是哪一个乡镇。您看看哦，从花莲到台东，通通都有哦。浪漫台三线经过了多少乡多少县市，本席不会在乎。但是我们东西两部的平衡发展，您看看这些花莲台东哦，到底有没有多少钱？您到底编列了多少钱？您告诉我们，您告诉东部人，告诉我们东部的客家人。我们的小英说她是客家妹，那我们到底我们的客委会对东部到底做了什么？做了非常什么建议？大家都看得到。您刚才说，不是只做观光，但是我们客家的文化不是要传承吗？不是要延续吗？这个远古与创新吗？现在呢？到底在哪里？您说个数字嘛。徐委员，这个我就跟你报告说，103年度、104年度哈。本席要说的是106年的预算。106年预算到没？这个每一个单位都说哈，比如说南部六都也问说多少钱，我们也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地方框列多少钱呢、啊？我只要说东部您框列多少预算，东部您框列多少预算。对不起，现在没有框列出来，完全没有框列，谢谢。不是，连1400万比1400万都还少。对，跟委员这个你，您要花东两县再做我们这个预算不是这样框列的，预算不是这样编列的了。你台九，你提台三线可以这样子框列，为什么我们台九线不能这样框列？台九线整个花东纵谷的产业不能框列。花莲台东送了多少？写了多少作文比赛给你？您束之高阁。以花莲来说，我们从105年到现在就送了11个案子，没有一件是通过的。我徐委员讲这句话，你就是要必须要去查清楚再讲。在这里，这个至少有3个案子，总共4000多万，上个月才核定。上个月，您可不可以提醒？很多都是要政府配合款。好，您说您今天核给了1亿，政府配合款要多少？县政府有没有办法配合？你把饼做得这么大，实际上可以做吗？您根本就是不了解地方的经济状况，地方政府的裁员有多困窘，是不是？您只是就放在大饼给他，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执行。那您只是没有有一些乡镇做得很好，有一些乡镇都有配合款啊，都有啊，有一些乡镇都有啊，谢谢本席告诉，包括花莲市也都有啊。来，我们来讲我们的浩克艺术村，现在已经2期了，对，这也是我们花东计划来做的，但是屡屡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我们的满烟楼客庄，我们的富里的客家文化产业，还有最重要的，跟徐委员报告哈，就是花浩克艺术村哈。我们是建议他分阶段来进行，现在第二阶段不要一次就提这么大，因为你必须要衡量你本身在地的产业能量，所以我们先核定了哈，这个第二期的部分已经核定。我们新的计划是美丽客庄，再来是我们的家东树客家百年，屯垦琴，再来是我们寿丰的丰田客家廊道，凤林的大家活起来一起来，
这个互动式的艺术文化客庄文物馆活化文物馆。我也不希望客家这么说哈，到时候被人家批评哈，是浪费人民的税钱，变成文字。这些文物馆，我们都很小心，请专家来共同来辅导啦。在凤林，您也去考察了，尤其是它还是标杆。另外，我们绿色的三元灯，对呀、啊，请他们提案。凤林有请他们提案呢、啊？有提了，你们还没核。还在审查吗？主席，那个主委，你就尽量哈，看地方上怎么做，能够比较平。这是106年我们的客委会的预算编列，我们的税出的部分只有少少的六页，里面提了多少？16次的浪漫台山线，我们的国家级，我们的浪漫，就可以花掉整个客委会将近1/3的预算。我刚刚跟委员报告了，这个地区啊，严重的提出抗议，50%的客家人是聚集在这个地区。好、哦，这个跟徐委员啊，徐委员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一起谈哈、哦。预算只占30%，但是人口占50%，东西的区域发展要平衡。那个徐委员在沟通，看怎么样把这个预算做得更平衡，好不好？好，谢谢。那好了，徐委员也不要讲那么大声的了哈，很大声。严重的不尊重花东人。好，谢谢。没有来抗议。好，来，接下来我们请洪。接下来我们请洪忠义委员。好，哇，主委的声音比我还大呢。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徐委员，你帮我坐一下好吗？好，谢谢。你比我声音还大呢，我吓了一跳。哎，主席，哎，各位委员哈。那个，请我们李主委。请李主委。主委，哎，黄院长，哎，主委啊，主委，我想刚刚哦，两位女委员哈、哦、的质询哈，我感觉哈、哦，你好像是异性相斥的样子哈、哦。那本席跟你同姓哦，本席就跟你缓和一下了哈、哦。那个主委，我想哦，刚刚哦，那个。陈委员在质询的时候本席在听你们两边的回答本席觉得他问的按你答的好像不一样其实刚刚他在问这个出国的部分嘛，你们出国分为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考察嘛，第二个就是定期会议嘛。好，那你们在这个106年的预算书里面，你们写到了就是出国的这个旅费，包括说新南向。哦，新南向就是去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嘛，哈、哦。那考察国际那个民俗艺术的活动，哈、哦，是去比利时。那再来就是那个，参加这个国际的那个国民节，民主节，哈、哦，是去丹麦啦。大概出国考察是这三个，哈、哦。那另外定期会的部分是去日本，哈、哦。大概在你们的预算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哈、哦。本席问你一下，哈、哦，那个。你们这一次新南向哈、哦、去这个，新南向去东南亚的费用，就生活费用，就看生活费就好。你们是编列多少？30万。生活费是30万呢、欸。30万嘛哈、哦，那你的人次就是人乘以天数是多少？人次哦，我现在问的是人次，天跟人要相乘。这个算人次是多少？我可以请我们那个哈那个江主任来说明好不好？这委员好哈，那我们的生活费编列是这个6个人8天的哈，那又去3个地方。没有没关系的，你们就是30万嘛，所以就是48人次嘛。对，这样子平均下来，一个人的一天生活费是多少？你们有算一下吗？6250。对嘛，跟我算的是一样，这个要讲清楚嘛。所以刚刚委员会认为说你们算他以为是1天5万呢、欸，所以他会很火大嘛。啊你回答你又忘记他是在问什么，所以才答的这样子。另外哈、哦，你再算一下哈、哦，就是你们去比利时，你们总共编的预算是多少？也是出国的部分哦，比利时。比利时哦。28万1千，生活费就好了啦。生活费，我现在都问生活费。12万9千，对，12万9千，你们去几人次？18，对嘛，就是对，9天2个人嘛，所以他的生活费是多少？
7100块，对吗？7166元呐、啊，哈。那另外你们去丹麦，你们的生活费编多少？14万块。然后你们的人次是多少？18人次。那生活费一天是多少？7800块。好，7800块。那再来就是你们去日本的这个会议，你们生活费编多少？10万6千。那人次是多少？12人次。那一天的生活费是多少？8800块。就是这么简单的而已嘛。你们也是根据标准，根据国家定的标准来编啊。本席以前也当过民意代表，去到哪一个地方的生活费是固定的嘛？你们不可能违法了。所以你刚刚在回答陈委员了，我觉得你们两个有误会了。所以这个就是异性相斥吧。好，谢谢啊。那个主委，那在本席再请问你一下哈、啊，那个谢谢你啦哈、啊。你在那个今年的10月23号哈、啊，你有到我们彰化县去视察吗、嗯？是。那你的印象中，你去过哪一些乡镇？你记得吗？彰化去过哪一些乡镇？那个西周哈、啊，西周、竹塘还有20。2020，对啊，就这三个乡镇哈。那我想啊，本席先谢谢你了，因为我觉得你那一天去哈相亲哈，我们客家的相亲对你真的是还很欢迎、嗯、啊，也真的很热忱哈、嗯。那我想啊，你那一天有去看了一个状况哈，就是在最后一个部分哈，是到了我们诶西周乡成功国小的西畔分校嘛哈。啊，你当场有允诺说哈，就是希望学校的主任哈，可以提出申请哦。你们希望在年底之前哈，可以来诶给他们20万元哈，去推广这个客家的一些活动。这个你们目前办的怎么样？公文已经给彰化县政府。已经行文给彰化县政府了。接下来我就请我们这个相关就是那个文教处哈，那么后续去办理的。那个本席是希望说哈，你那一天去，你有承诺嘛？对。啊、因为已经11月了，对，好、哦，已经快12月了嘛。如果年底可以达成是最好了、哦、所以本席、哦、先谢谢一定可以达成的、哦、那另外就是、哦、我想刚刚也有委员问到的、哦、就是这个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哦嗯、你们大概是发展哪一些项目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嘛这个是在那个客家基本法里面的第6条啊对、哦、你们大概是发展哪一些项目这个发展当然主要的还是跟语言哈，第二个就是客家文化的一些生活的设施哈，营造这样的。哎，客家语言文化跟产业，还有产业对，还有产业嘛，语言文化产业大概是这一类嘛哈。对，那个客家基本法第6条里面有明定嘛哈，客家人口达到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嗯你们就应该把它列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啊、嗯！是、哦、那根据这个，你们在103年度哈、哦，你们自己所做的有公布的一个数字哈、哦，彰化县整体的客家人，以你们的标准是大概93000多人，对，那比例是7.2%，7.2%，7点多对。但是本席哈、哦、在前2次的询答里面，本席也给你看了一个资料哈、哦，对，这个是在彰化县100年度哦所做的这个。客家人的调查，他是以这个扶老客也涵盖进去哈、嗯，所以彰化县的客家人，如果以彰化县政府的这个普查，应该是达到23万人，嗯、它的比例是18.1%啦。嗯嗯，那这其中哈就有7个乡镇，如果以扶老客来计算的话，彰化县有7个乡镇哈，它是超过1/3，嗯，哦，就是有扶老客，包括说永靖乡、埔心乡。大城乡、竹塘乡、田尾乡、园林市跟社头乡，它都超过1/3。嗯，那你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列为我们客家文化的重点发展区？可以吗？跟侯委员报告好，其实我们现在在讨论客家基本法啊，其实我们对于所谓的重点发展区哈，也在做重新的一些这个检讨跟定义了，因为。你区分所谓的重点区跟非重点区哈，其实对客家文化到底客家的发展到底是利是弊哈，那么必须做一个全盘性的哈一个检讨了。那个主委，其实哈本席会把这个资料给你参考嘛，是有7个乡镇是超过1/3的客家人口啦，就是如果依据客家基本法第6条来看待的话，这7个乡镇。应该是你们要特别去了解，是希望说他们怎么样去发展客家文化，应该是这样子吧？对的，
这个调查哈，根据这个调查，当然有的哈，比如说像宜兰说他将近50%哈，原来是客家人，就中安客很多了。不过我说现在实际未来我们的一个在政策上补助政策跟奖补助政策有一个很非常重要的核心哦，就是必须要提出客家语言复苏的计划，以这个为前提啦，然后才会有其他的哈，包括社区哈那个营造的部分呢啊，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计划的话哈，那么我想会扣分的。诸位，可是我认为诱因非常重要啊。对，因为你们如果诱因够的话哈，其实各个乡镇哈，包括说以我来说的话是县府，他就会一直提出来嘛。像你刚刚那个回答徐远也是一样，如果你诱因够的话，其实每一个基层，包括说乡镇公所、县府，他都一样会提出来。那个本席哈，就是刚刚有委员也问到了哈，那个就是在102年哈，我们有做一个调查哈，就是那个客家人有流利客语能力的大概只有占47.3%嘛，是好102年的调查，那就是表示说420万的客家人里面有200万人会讲嘛，是不是这样子？对，是。那以彰化县来讲，你们那个数字也有嘛？彰化县以你们9万多人，好、会讲客语的只有25.3%，好、以这样子来算，大概23000多人而已。那彰化县的比例是25.3%，那全国的比例是47.3%，这个表示彰化县原来是客家人的9万多，他的语言是相对流失非常的快速呢。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是啊，这个因为他在越这个人数越少越散居的部分哈，那么它就会形成孤岛了哈。所以孤岛的话，语言流失的速度会比一般快，更快，比重点级更快。本席用彰化县的比例跟全国的比例来做对比嘛，全国是47.3%，而我们彰化县是25.3%嘛，几乎只有全国的一半啊。对，所以彰化县以现在来看待的话，是客语严重流失的区域嘛，是不是这样子？是的。但是你知道你们去年补助我们客语的这个深耕计划多少钱吗？去年多少？这个要查一下。去年才133万而已啊。本席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啦。OK。所以本席希望说你们的诱因可以再加强，好、让我们彰化县的这个客语哦不要流失的这么快，甚至可以缓和、平稳，甚至可以回复，这样好吗？好，谢谢，我们会这个认真来讨那个检讨。好，诸位谢谢哦。好，谢谢主席，谢谢。现在请黄昭顺委员咨询。麻烦请主委。主委好，昨天晚上大概没睡好哈，今天火气很大。对不起，没关系。我想有几件事要跟主委讲哈，因为其实包括原住民，包括客家，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历史变革当中，在那整个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歧视，所以来才产生了一定程度我们之后再一直做修补的工作。对，那在原住民基本法我们是在民国九十四年把它完成，客家基本法应该是在99年，我们一直在弥补这一块，就是当年的这一块的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些伤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发觉到几件事。我想先请教主委啊，你不要再动怒哈，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在立法院，我记得在红树株哈，他当时发生一些对老农民的事件，那当时我们有相当大一定程度的就希望我们能够通过族群平等法，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在原住民的地方，包括原住民，包括客家，包括我们所有的族群都能够融合。那结果当然昨天那个总统，我对邱委员我觉得还佩服他的勇气，他至少很勇敢地站出来道歉。但是我们昨天在总统府又看到音乐会，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在意，所以我想请教主委，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我们这个族群里面，包括我左营地区，我想我左营的那个学校里面尤其有几个小学大概有1/5是客家籍，
五分之一是原住民，五分之一是外省籍，五分之一是台湾，就是本省籍，大概是一个族群，还有五分之一是外配的。所以我想在这个时间点，你认为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来让族群，因为我们之前是推原住民平等化，然后推客家基本法，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你也请行政院，我们一起来把族群平等化、族群融合化，在这个社会上把它推动。我觉得这蛮有急迫性，我不知道主委你的看法。谢谢黄委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值得大家共同来努力推动的那个方向的哈，方向对，究竟是比如说族群里面是要跟语言哈是分开还是一起哈？那么这个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讨论了。其实过去我们客委会是比较主张是用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哈来订定各种不同的语言哈，好来做尊重了。对，好，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哈，因为在上个会期我们在这里讨论过族群平等化，对，包括客委会也有派人来，对，其实在我们委员会讨论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是没有朝野是有共识的，对，结果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宴会又被否决掉，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是立法院的朋友，立法院民进党是大党，好，所以我希望主委你能不能够在宴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我们必须要寻求一个各个族群有共识，包括我们的语言，包括我们的文化，甚至于外配，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我们再不能够有这样包容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就算要推客语，我觉得都有问题，包括我是在客家庄出生的孩子，我在台中的东势，可是我自己很惭愧，我已经好久好久说要去参加客语认证，可是一直都还没有通过，我希望有一次我能够在这里用客语跟你对话哈。那再来，谢谢。再来我要提跟诸位谈到的，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包括我们有好多的位的委员都提到，就是你希望说对客家村的有复苏计划的，你给他比较多的补助，那没有这些复苏的部分，你就给他的补助会相对的减少。那例如像这个刚才彰化，彰化也是我的故乡，埔里是我先生的故乡。我想彰化就严重的掉下来，好，它的整个的就是对客语的这个部分，那包括在南投也一样，所以刚才包括这个徐委员他非常的生气，那当然我也不太高兴，因为我们大概整个的集中的预算就是比较在桃竹苗的地区，那因为那个地区是比较群聚的地区，但是你不容否认，像高雄你很熟。我们高雄大概群聚比较多的是应该是美浓跟真旗山那个地区，但是跑到我们左营南子的也很多，好，那你不能够因为说你群聚的地方你给他的补助就更多，你不给你其他的地方你就不给他，那我想相对的这个部分就会减少，所以我不知道主委你在这个部分上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包括像南投你在台山县里面你就没有把它纳入，它有九个乡镇，其实那边的原住民也是蛮多，我讲错，对不起，客家庄也是非常的群聚，那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你怎么样来弥补这个部分，包括刚才花莲讲的那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其实不是说群聚的地方就补助多哈，其实我刚刚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因为一般好像认知上好像八亿多的台山县的相关预算哈，好像是特别的多了，但是这个预算呢，只是占客委会现在目前所编列的预算的不到30%哈，那么但是这里的客家人口呢哈，占到50%了，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刚刚委员提到的这个就是说非客家重点地区哈。因为以语言为核心呐、比如说彰化或者是我们高雄这样，假设说县市政府哈、能够提出哈、这个最整体哈、比如说3年的语言复苏计划，然后这个计划一步一步来哈，能够成的，那个我们就还要再做作文比赛就对了，不是作文比赛，要有真正的计划。比如说呢，我跟委员报告，比如说最具体简单的，就是在学校里面课语老师、课语班，还有通过课语认证的学生数。我们现在都有全国各小学的哈啊，包括幼稚园的班数啊，这个部分是会列为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过去主委，你时间在，因为我时间快到哈。
诸位你要知道哈，因为有一个群聚式的一个生活方式，它是很容易不用在学校就会得到很多这个课语上面的一些学习的机会，但是没有群聚式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你必须要更加强。所以包括你在说课语认证，你补助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部分哈，我希望您再检讨，怎么样让这个部分让我有机会站在这里可以跟你对话。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我时间不多了哈。Okay. 你回头再跟我。那再来，因为我刚看了你的报告里面提到哈，就说你在那个我在什么客家的那个，他提供你一个十二坪的什么可以，公馆还是什么地方，就可以对，就可以让你很满足。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想请教哈，因为我时间不多。公馆的客家董事，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吗？公馆董事，这是新的部分有已经进入了吗？已经有一席了吗？有两席，两三席。你现在有回答？有。那这个旁边，你能不能把名单给我？客家的董事，客籍的董事有一位，那另外有客家学院的教授也有一位。已经有了，是不是？我想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去突破的哈，因为上一届一直没有，大家一直都觉得，对你把名单给我，包括这个公馆的那些各个行业的代表，因为如果说他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十二坪的那个什么制作地方等等，我们就很满足。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整个来讲，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不是这个应该不是十二坪啊，这个是增加的部分的。哦，就现有的办公室的另外额外需求增加十二坪的部分，他们是这个就是就不收费了。不收费你就很满意哦？不是不收费，就只是说，其实他们有一些让步，因为当时这个公共电视就是客委会认为他好像收费收的比较高哈，所以我们委员也认为收的比较高啊，所以冻结了这笔预算。那后来经过多数的折冲以后，其实是公司对哈，那么有稍微折让一些了。我想不管是客家电视台，对，好，我大家对这个收视率，大家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意见存在着。对，好，我想你知道这个客家电视台现在收视率吗？通常我们对于这种族群的哈，或者是公共的这个，它不会以收视率哈来恒定哈，这个它是以收视值啊，收视值。但是我本席要提醒诸位，你们也一直在讲说你们希望成立客家公共广播电视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好，但是到今天为止，包括我们的客家电视台，大家都很希望它的值跟量都能够往上走。对，因为你的值跟量，或者吸引大家去听，吸引大家去看的那个值跟量没有往上走，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我们在整个推动的过程当中是相对的降低的。包括我们现在有几个客家的那个中心啊，那个展览馆啊什么等等，包括在苗栗在屏东，好，但是走进去看去了解去深入的并没有往上走，而且它推动的其实里面有很多不错的东西可以往上推动，所以你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再有更活泼更吸引这些年轻人好，能够在生活当中走进去，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哈，而不是我们只是一直在喊一些口号，说啊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希望主委哈，在立法院还是要平心静气，晚上睡得不好，回去 K 求委员。好，谢谢。早上来这里，我想还是要面带笑容哈。以上，谢谢。好，谢谢黄委员，谢谢。好，谢谢黄委员。我们现在请江启成委员质询。好，请主席邀请主委。麻烦请主委。江委员你好。那个主委你好，我想，族群平等啊。这个相互尊重啊，这已经是我们民主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啊。那特别你又是担任客委会的主委，是，其实也算是一个在我们社会当中一个族群的对主管部会的代表了啊。所以当这个上礼拜这个您的夫人发生在立法院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回去有跟他讨论这个事吗？他回去有跟你讨论吗？
跟委员爸爸有，我当天晚上我就跟他做了一些讨论。是，那么我跟他说明哈，就是大概用八个字哈来形容这件事情哈，这个并无不当，但极为不妥哈。并无不当，但不当的原因就是说，第一个，他当然是没有歧视的意思在里面哈，对，尤其对原住民的朋友哈。但是呢，这个事情是不妥的原因，就是说，只要族群的朋友心里不舒服，你不要用任何的理由哈来辩解，没错，那就是认错道歉。我想他认错这件事情，我想我们都朝野都肯定哈。那不过今天客委会，我在这边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社会当中，甚至教育当中，对，大家不晓得什么原因都，不想正面去面对他，或者提出来讨论这个事情，然后让他无意中去发生，就好像不仅仅你讲说他心里面没有这样想，可是他表达出来让人家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我举这个客家跟闽客之间其实也类似。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台湾常常讲说，要咱讲台语啦，可是台语这个字，对，所代表的对客家族群来讲，其实。对客语相对来讲，或族群平等来讲，对，他们不这么认为，是，他觉得你讲的那不是台语，那是闽南语，没错吧？对，主委是的啊，从一个客家族群自己本身族群的这种角度来思考的时候，虽然台语听起来很中性的一句话嘛，对，对不对？而且听起来对强势族群来讲，这很正常啊。咱讲台语啊，对。但是对于客语族群来讲，对，不见得这么认为。是的，是有这种状况，对不对？对。所以我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不要认为这是不经意。然后这种事要怎么去避免？社会是可以应该在教育上面，不管是学校教育，其实社会教育，包括像你们在特殊族群单位工作的人，你们应该带出来。应该把这个东西讲出来，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讲，可是可以讨论的，而且也只有讲出来之后，才可以避免未来这种彼此族群之间彼此啊心理上面的疙瘩，对，对不对？对，所以我就是有一次听到这个之后，因为我太太也是客家人，对，啊、哦，那我是在一次这个场合当中听到这样的对话，所以从此啊。对于讲这个台语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小心。我会讲说这闽南语啦，啊，闽南语对是闽南语或者是喉咙，对喉咙，那也是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族群之间相互尊重。对，但是这个相互尊重也必须被教育。对，我非常赞成。对，就是在我们在教育上，特别是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当中，所以我这是特别提出来。上礼拜我其实有感而发啦，因为那一天我在现场，在经济委员会的现场。是啊、哦，那此外，我想针对客语的部分啊、哦，过去我们都客委会有做这个客语认证，对，但是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也提出来，过去这几年你这个认证的比例是往下降的，通过比例是往下降的，初级的、哦、是啊、哦，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啊、哦，为什么啊？什么特殊的理由吗？而且听说你们还要把这个客语检定颁发的1000块的奖金制度给取消嘛？对，就是我想过去可能也许为了冲高报考的人数哈，所以采取的奖金的制度，这奖金制度绝对是有效的哈。对。那么但是呢，可能本身在准备上哈，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充分啊，所以通过的比例哈会比较低，就不高。但像他今年的话，可是他没有通过，你一样他没有办法拿到那奖金、啊。对，就是，但是某种程度上，他激励的参加的人数没有错，没有错，对不对？就是说我不是我强调，就是这个奖金哈、哦，不是因为财务的因素哈、哦、而取消的了，是、哦，而是鼓励哈、哦、我们的语言的价值哈、哦嗯，必须要从两方面来强化。第一个叫做工具性哈、哦嗯、的功能呢、啊，对，要能够去强化，就是在社会上。它是可以被使用的，没错。第二个呢，叫文化性的价值哈，是，就是说要对自己本身族群的重视啊，那两个加强的话，我想我们会对你的主张我不反对，是好，但是这个其实可以并行，对，而且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因地对质疑，我们全台湾啊客家的
重症不一样，对啊，客家族群啊，它集中的地点也不一样，嗯，所以所谓你所谓这个沉浸式的教学也好，生活化的语言也好，其实它某种程度上有它适当的地方，对啊，那大都会区，对，你不见得有办法推动你沉浸式的教学，那种情况怎么办？你还是要有一些激励的方法，是，对不对？让大家去注意到这个文化嘛，所以这延伸出，我认为客家电台是必要的，嗯，因为客家电台可以透过电台播送音乐，播送这些比较好的一些 talk 这些等等的主题等等的，对，啊、哦，它可以在都会区凸显，嗯，这个文化，嗯，跟这个语言，所以我觉得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不要贸然把它取消，嗯，可不可以让县市政府？地方有一些选择，既然这个在财务上不是问题的话，我觉得选择应该保留。好，你一样可以推你沉浸式的教学，生活化的语言 ，OK 啊。可是对于不是重点区的，而、啊、不是客家重镇的地方，有一些激励的措施是蛮重要的。哦，否则久而久之，大家也觉得啊，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也用不到，为什么要注意它？我为什么要在意它？啊？跟委员报告，这个当然这个政策我们已经哈到各地去座谈哈，那么也有很多的新传师啊有提出这样意见，不过这个政策我们已经确定了哈，所以但我们会有配套的措施了。没关系，你既然确定了，你试行一年看看了，对，一年后你要检讨了。可以啊，可以啊，好好，我们可以，我们当然是，我说你取消这个制度以后，滚动式检讨，你应该去检讨啊，对，好，可以吧？好，一年后你要去检讨，到底你取消之后有没有比较好 ？OK， 好吧，好，好，另外。刚刚提到所谓的客家重点发展区，是我请教一下，东势是不是？东势是，东势是嘛？对，那你要拿什么重点来发展？这个还是要跟地方哈，这个政府啊，还有地方的客家乡亲哈，那个共同讨论。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过去四年我在立法院了，是是，每每谈到这一点，我都觉得不晓得为什么中央也说地方啊，地方就说中央没有资源，所以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然后推来推去。坦白讲，我不止失望啊，我其实啊很无力。为什么？因为黄昭树委员说他是东势人，东势出生的，你知道吗？你是大埔客家的，但是大埔客家文化在台湾唯一具代表性就是东势。对，可是过去这几年啊，我没有看到客委会中央也好，地方也好，在那里做任何大的意向上面的，不管是软硬体上面的建设。这个是我担心说，久而久之，在台湾的不同的客语啊，对的这个啊、派不能讲派系啦啊，这个系统啦，系统对啊，有可能大埔这个系统就慢慢就流失掉。还有这里面，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偏乡啊，比较属于这个农业区，所以很多的新住民。新住民，这个又接得到你们南向哦。对，你们要推南向，对不对？客家族群没有错，在东南亚有，可是也很多东南亚的新住民到台湾来啊。可是比如说他到东势以后，请问他学会客语的吗？嗯，这些新住民他有学会客语吗？嗯，他们反而是优先重点的。当你在推新南向要用客语去做连结的时候，我拜托你们先让我们的新住民，他可以融入客语的文化。客家的文化，为什么？因为他教育下一代啊，他要教育下一代啊，否则这会衍生出一个很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就是说，哎，新住民本身没有融入我们客家的文化，客语也没有学得很好，小孩子那就更不用讲了，小孩子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这个滚动式的衍生出来的效应啊。就是最后你花再多的钱你也救不回来。所以我刚刚提了三个点，所以你有抓到吗？一个大埔客家文化。大埔客家文化，对。这个意向上面我能不能拜托你们啦、啊、哦，这个拖好久了，尤其你现在在讲这个浪漫台山线啦、啊、结合一下，我不反对你浪漫台山线、嗯、但是你告诉我如何让大埔可以在浪漫台山线上面是一个点。嗯哼，是一个点。是一个大埔客家意向的点，让黄昭顺委员下次也可以提到说，我东势人，我东势人，爱客家人，东势人，啊，这个大埔客家文化
的特点可以出来嘛，嗯，好不好？然后新住民在这个区块实际上是很多的，但是他们对客语文化，尤其对大埔客家文化，他有没有连结起来？他没有融在里面，嗯，这是我非常怀疑的地方。所以你在推新南向 ，OK 啊？这个是这个，实际上是你不用到东南亚最好的新南向就在这边，嗯，让这一些新住民在客语区的新住民，嗯，他可以切切实实的，嗯，这个融入到客家文化，传承客家文化，甚至把客家文化跟他的东南亚文化做很好的融合，好不好 ？OK， 好，诸位，这个我所了解，这个台东地方包括东势怎么样？他们现在计划好像是就现有的客家文化园区哈，好像是有一些扩充的计划。他们把我原本有争取东势高工，对，我知道，我了解这一块，他现在要拿去做实验，对，实验学校、中学还是实验小学，对，我不清楚。对，实验学校。那这个当地其实有蛮大的反弹，所以我也希望主委你听一听，你不要被一些声音给掩盖掉了。OK， 好，现在我们政府啊，有一些声音你们都没有听到了，所以才会导致民怨了。我希望客家这一块，嗯，主委，我希望你做好。你不要引起这些客家人对你的民怨，嗯嗯嗯，所以这部分你真的要到基层去听一下大家的想法。Okay， 好，你如果要我帮你，我绝对可以帮你找人来讲给你听，啊。OK， 好，好不好？我们可以，我想这个不要分党派，我知道，不要分蓝绿，了解。客家族群是大家的，是，好不好？好，我们可以这个看安排时间哈，跟那个委员联络一下，我们到地方上去走一走，拜托你。OK， 好，谢谢，好，谢谢江委员，谢谢。好，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请赖瑞龙委员咨询，赖委员咨询完，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主席各位委员，请李主委。那请主委。好，主委，赖委员你好，主委辛苦了哈。哎，不会，哎，谢谢。对，我想还是跟前面的有些委员类似的问题啦。其实我们过去以来都一直很担心，整个重北轻南的问题啦哈。特别国家的一些资源，其实过去来其实集中在北部居多哈，所以南他面临到也相当多的一些问题哈。那我们来看第一页的部分啦。其实刚刚很多委员也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啦哈。那其实我从这个104年的决算来看的话，哦，大概最多的得到奖补助最多的是新竹县了哈，那再来是苗栗，那但这都客家的那个，那第三名是花莲县，哦，比高雄市、屏东都还要多哈，哦，所以我说，其实我倒今天想要趁这个机会跟诸位讨论，其实有时候资源配置上的一个结构了哈，我请同事帮我整理，就是说以北跟南两大区块来看的话，但东部我们不但北跟南的话，这个在104年的时候的整个补助的预算的规模，其实差到了一个差不多将近4.6亿，一个是2.4亿，其实将近两倍了哈，嗯。那如果说整个在政府的资源的配置上，如果这个不改变的话，其实也只会让越集中在北部的一些资源了哈。那我知道主委过去在南部，包括在高雄也都负相长。我想这个包括黄兆黄委员，我想这感受大家都会非常深刻了。就南部那一块的国家的资源怎么样去有效的运用，这块不知道主委有没有什么想法？当然这个哈，过去长期来所谓重北轻南哈，但是在整个政府来讲，所谓桃园还好了，新竹苗栗哈，相对来讲也比较弱势了哈。那客委会因为他这里人口比例高嘛哈，所以在客委会过去不管是硬体的软体的补助哈，在这方稍微偏高哈，这也是合理了。啊，他其实过去长期来刚刚讲说对花莲哈，其实他的补助的金额哈跟案件哈，这个其实超过哈这个整个这个那个平均的哈，超过整个平均的，所以并没有对东部哈有忽视哈，这个从过去历年来的补助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南部的部分呢，其实这个整个新政府也有一个政策叫做江江六堆了哈，就江江六堆基本上就是包括屏东的哈，还有高雄市的，总共12个乡镇，这早期是六堆哈的范围，就是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啊。那么现在其实一个这个经费其实也不算哈，这个是不算少了啊，但主要还是看地方上，比如说六堆文化园区那边就是一个过去早期相当庞大的一个建设一个预算了。啊，
其实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客家基本法里面有定义所谓的重点发展区跟非重点发展区，所以对都会区的客家哈，反而哈就造成哈被忽略了。所以将来这个部分我们的，所以都会区包括台北市，包括新北市，包括这个台中，包括高雄啊，其实它的人口数加起来其实也不少，比如说台北市有四十几万了，啊，新北市呢有五六十万了，啊，其实人数蛮多，但是因为散居在这个大都会里面哈，所以客家没有被看到，在高雄市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部分哈，将来我们会做一些相对的。对，这也是我想提的啊，像包括高雄跟屏东，这都是重要区，但是在整个资源上调配，我还希望能够加重啦，至少比例上面加重。那特别是高雄市，它是县市合并啊，那我们都知道。高雄县的时代的时候，像美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聚落。那如果因为它整并变成直辖市之后，哦，反倒这些资源上面的话，我觉得对整体的高雄的，这个特别是一些资源上的配置，我觉得反倒是不公平的，啊。所以这块也希望主委上来之后，能够再把这样的比例做一些合理的调配，然后我觉得南部的部分应该也要受到同等的一些重视了。OK， 好。那因为我们从第二，像今年的第二季，其实也看得出来了哈，包括北部的部分也将占了补助，将第二季光第二季哦占了7000多万，南部其实大概占3000多万。我一直喜欢凸显。那个南北的资源的配置，其实应该是要合理对待啦。那特别是像第一名是新竹县，第二名是桃园市，第三名新北市，高雄跟屏东都还没有坐落到前几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如果在南北的这个客家的发展上面，我们希望这一块还是主委能够再多予重视了，好。OK。那另外一个大家也是担心的啦，因为台山县现在是小英总统哦，这个。政府一个很重要的政策的方向，那今年度大概会花，明年度来花多少的经费，在这一块？台山县是？对，我这边看了一下，是7亿多的经费，是这样吗？台山县在，因为是跨部会的一个整合的计划了哈，那么就客委会部分相关的经费哈，大概有将近8亿多了。8亿多了，对，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经费一样是刚刚那个，我还希望不要多，因为现在听起来每次讲到台山县的时候，好像都比较坐落在中北部这几个地方的那个部落啦，或者是一些乡镇市哈，我希望这块还是要重视到南部。我很担心这个资源上面的失衡，哈，只会让这个结构上变得更严重哦。那我觉得高雄哈，包括南部的屏东等等几个，也很努力在发展各方面。那台山县它有文化、有观光，很多产业上的发展。我们希望在这一块不要让南北的失衡的状况更加的严重。Okay. 这个请主委再能够多注意了哈。Okay, 好，特别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了哈。好，这个其实也是几次我看这个院长去走访的时候，走访不管是苗栗或新竹，其实多数的概念上都还是在比较偏原来的中北的这一块，那南部的部分反倒在这里的声音是比较没有被看见的，这个真的希望主委能够来大力的来支持了。那再来我看了一下，主委的原来的提到的，其实台山县里面有谈到很多，包括在地的一个创造就业，小农啊，还有包括导览的服务，甚至一些休闲旅游店家等等，这一块主委有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些想法，未来怎么去把这些，我想台山县的用意除了文化各方面，其实还要把地方的一些经济的动能带起来，希望产业，对，这个主委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更有效的一个带动地方的一些经济？当然这个我们是分成三大面向，就是人文面向，还有产业，还有这个环境的准备了。那么在小农的这部分，我们已经跟农委会有合作，因为农委会本来就有一些计划叫做青农计划，那么我们客委会的部分是主要比较着重在这个文创方面，就是比较属于文化面，所以他的那个农委会就是那个青农，所以他名称叫做农创，就农业创意产业，农业创意产业，其实这个部分大家那个合作这个都逐步在进行当中了。那么客委会将来会担任的角色，就是说整合这些包括尤其是年轻人的部分，那么会整合这个平台，然后协助他们请专业的人士来让他们创造一个新，就是本身的品牌，然后协助他们行销，然后协助他们有通路，比如说在明年灯会的时候，每年灯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灯会那个主办的城市合作，那么会请我们这些这个不只是台山县，包括六堆包括东部台东花莲这些青创或者是农创的这些朋友呢，带着他们的产品，带着他们的创意，那么到人潮
比较多的地方去展示，建立他们通路跟品牌。好，我也希望未来主委这一块那个啦，我想因为您过去在产业或在经营那块也都有很多的一些经验，我也希望能够透过客人的力量去整合大家的哈，那把特别是一些客家地区的一些他的这个产业的，让年轻人能够回乡，然后甚至于在那边有好的一些经济发展，你有好的经济发展，其实才有办法去推动整个地方的那个，那甚至于这些的也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人才哈在。整个去推展，然后让地方做一些发展。我想这个也是主委的强项，我也希望主委多花一下心力啦。我想语言我非常认可啦，然后文化各方面我都非常认可。可是我觉得产业经济这一块是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没有办法带动起来的话，在其实都会不管是各方面的发展都会显得非常的吃力。这一块也希望主委能够再大力去整合。我想主委的经验很丰富啦，不应该只局限在这个客委会这样讲，我希望你能够把那个相关的，不管农业的、经济的各方面的资源去整合、都整进来，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对 ，OK， 好，谢谢。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哈，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客家电台的部分已经有要来设立哈，主委要不要谈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构想？客家电台的部分，客家电台现在正在做一些规划了哈，那么预定的时间哈，也许到明年中哈。那么会这个开播哈，那现在目前是已经得到这个叫我们筹设许可哈，这个是 NCC 这边核定，接下来我们再申请哈架设许可了，所以我们按照申请的程序哈来做。那么同时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也跟现有的哈，那么客语的指定电台的广播业者哈，大家来密切的讨论，将来希望建立一个相互合作。共存共荣的哈，这样的方向，也不要因为政府单位去办了一个广播电台，让民间的哈民营的客语电台哈，本来环境就那么辛苦了哈，然后又受到挤压，所以正在做这方面讨论。同时在这个节目上哈，那么如何哈去规划，最重要是广播人才的培育了，多跟民营和电台来有一些合作了。好，我想这个很重要啦，因为如果有效的去因为资源上面是有限的，那如果能够整合过去也做得很成功的一些客家的电台的节目等等，那整合进来的话，那有一个专属的频道，其实会对于大家习惯，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曾经是教育单是一种管道，但事实上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电台，它常常可以收听，对老人家或者是年轻的朋友，它有一个固定的频道不断的去收听，我觉得对于那个语言的不管是它的熟悉甚至各方面，我觉得都会有蛮大的一个帮助啦。那所以这一块也请主委啦，就是看来有些部分是合作，但有些部分是新制啦，自己会制作，那我们希望主委做更强的一个整合啦，让这样的国家资源有限下说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那另外它这个会不会牵扯到对将来的一些这个电台的一个补助的部分，电视的就是这节目的补助的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节目补助基本上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频道哈租借的部分哈，现在就是说因为全国性的客家电台还没有成立嘛，所以现在进行的是结合全国各地的地方中功率或小功率的电台哈，那么来做全国性的联播。那么全国性联播呢，这个它有租用那个频道，所以租用频道这个部分呢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节目的制作哈，因为同样都是为客家，而且都是客家的制作人才在做，所以这个部分不会受到影响。好，我们希望主委做更有效率的整合，然后把让这个客家电台扮演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OK， 好，谢谢主委，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谢谢。现在休息十分钟，好，谢谢。Thank you.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接下来我们请庄瑞雄委员发那个质询。主席，我请我们客委会李主委。请主委。庄委你好，主委好，谢谢了哈。来，今天要来几个问题要来请教了哈。就是说啊，我们整个客委会啊，为了要去保存这个客语啊，那所以我们也努力在推这个沉浸式的一个客语的一个教学哈。那我就看了一些啊，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你就教。也跟你沟通过整个客语的这个新传师的一个薪资，还有人数的一个问题哈，这些我看你们也努力去做一个改善呐、啊。但是呢，客语教学这件事情啊，我倒认为说，除了师资很重要之外啊，其实它这个教材啊也很重要了哈。举例来讲，我请这个诸位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小学的课语教材里面呢，这个我就不敢去，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很精准，所以要来就教主委啊，就说在教唱的客家童谣里面呢，有一首啊，就讲这个叫《转外家》，这个主委你知道吗？转外家，嘿，转外家，哎，是这个你懂吗？哈，我知道。那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这一首童谣它到底在讲的是什么？做内家，就是因为做内家的意思就是回外婆家嘛。回外婆家，哎，好像不对，我就请教好像不对，好像是在讲说卖嗲登给，卖什么？不要常常回家，是不是有这个味道？不，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吗？做内家就是女儿嫁过来这边的时候呢，对，就是说你有时候年初二哈要回娘家哈，就很多做内家。年初二的时候回娘家就转过一杆，所以我才讲说啊，我不太敢确定他到底啊他的真意是什么。是，可是我听到了跟行主委你的解释又不太一样啊。哦、我拿出来就叫你了、哦。OK， 我去听到我去请教的是说，这个似乎啊，这个童谣是在讲说结婚的女生啊，结了婚以后啊，是就不要常回娘家，干嘛等啊？要好好的待在婆家里面当乖媳妇啊，做家事就好了。这个让人家感觉是一种那个平权的部分啊，好像似乎。这个我同意，这个我们要检讨。就是其实这是早期啊，其实我们从小也是被这样教育的哈。这是早期，因为我想我所以我这样解读没错嘛，我刚刚去问来的也没错嘛。对，没有错，就是做那个哈，就尽量少做，因为做那个代表什么呢？代表。在新的夫家这边生活不是很适应哈，啊，然后可能跟这个夫家这边哈，可能处得不是很好，所以动不动就回娘家哈，这个东西对我们老一代的人来讲哈，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行为了，所以转外家哈，这个是尽量少哈，这个是传统的啊，但是这个部分呢，当然就以现代的平权观念来讲，这个是一个过去哈。一个传统的观念呢、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与时俱进，现在没有这种观念了。所以我看这个童谣啊，对，因为你在编这些教材的时候，我觉得也要特别小心、啊。是。我去问的时候，他就意思就是说，卖等矮拿给出去，然后嫁出去了，不要动不动就跑回来了，对，就那边乖乖当个媳妇就好了。那拿这样的一个童谣这样的一个教本哈，这个似乎就像主委讲的，因为本来不敢太确定，是，从主委的讲。想法里面也认为说，这似乎啊，跟男女平权这个部分呢、啊，对，应该是要做一个是啊、一个修正了。这不晓得诸位你的看法？我们会要求，虽然这个教材不是我们客委会出的啦，不过我们希望在学校里面的哈，要传达哈比较这个平权哈，这些进步的观念呢，这个是传统没有错，这个也不能说他错了，因为他教的是。古老时代农业社会时代的，所以现在社会随着进步哈，我想这些观念必须要改一下，这我们以后会加强哈，来沟通哈，加强来做。好，谢谢主委。但是呢，我另外啊，我必须要再就教你，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客家的一些场馆嘛哈，是，其实
当初在盖的时候，对，都很豪华，是。可是到最后被批评为就是说是一个豪华的一个文职馆啊，是。这个就我觉得非常可惜啊，是。所以过去很多被诟病乱花钱呐、啊，或者补助啊，乱补助啊，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看我们竹田的客家文化馆哈、哦，是这个部分确实是也被外界批评的，对啊，就是文职馆。那再来啊。甚至于啊，还被这个社会学家编入这个海市蜃楼，那这个真的是夸张了、啊、真的是夸张了。所以本席要这边就教，就说，你比如说我们整个苗栗客家园区啊，嗯，我看都不妙。以现在的使用率来看的话，嗯、你像比如说我们本来使用人数，你从130几万，嗯，你一下都降到60几万，一减少一砍就砍了一半以上。嗯哼哼，那所以这个、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啊？你像比如说跟我们的六堆那边来做比较的话，我就会发现，那为什么同样都是客家园区，嗯，那差别会这么大？你说交通，我看不全然，里面的展馆里面的一个内容，我看这个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一个因素啊。我的想法是说，我们把钱一直这样砸，嗯，可是我们到最后创造的效益又是些什么？嗯哼，那叫科学来注意。谢谢那个庄委员，这个苗栗客家文化园区哈，它比较定位哈是在客家文明博物馆哈，所以它比较重要的就是它里面的收藏跟展示哈。那这个部分其实还没有达到哈这个一定的标准呢。而第二个呢，其实当人数减少的部分哈。跟那个停车场收费哈、啊、也有一点点关系的。其实我昨天到苗栗园区文化园区去看哈、啊，其实还蛮多人的，蛮热闹的。现在慢慢的，我们在用各种方法，包括收藏展示哈、啊，还有一些活动哈、啊，怎么样来加强这个这个苗栗园区的这个它能够发挥好、啊、对客家文化的传习跟发扬的功能，我们会努力的，而且也有成果。因为我们一砸下去啊，对，你像比如说你钱一砸，今年一砸就有3亿多了，对对。我像这一些啊，都是民脂民膏，我们都希望啊，能够看到啊，它一定的一个成效。对，所以你该展览的内容太过单一啊，该去补充的部分呢、啊嗯，我相信这个啊，也很多人跟你做过建议了啊。是，其实本席倒一直认为说，嗯，难道我们这些展馆就一定只能跟客家有关吗？其实不一定、啊，看也未必啊，不一定啊，对，不一定，其实都可以的。所以你说一些场馆，你要提高它的一个使用率啊，嗯，或者说跟你甚至于争取一些就只要是国际上有名的，哎，它跟客家无关，我觉得好好去利用它，嗯，我本席认为都是一件好事、欸，哎，嗯嗯，包括我们的注意力安怎看啦、啊？这个我这个也同意啊，对啊，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六堆园区有个表演厅哈，其实那个表演的团体不一定是客家，啊，那个九天呢哈，对对对对，那个、就是比较好的哈、啊，让我们客家乡亲哈啊、可以接受的哈，而且喜欢的哈，这些任何团体我们都不排斥，都可以，对。是的，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这个去提高它的一个使用率是，然后内容让它去更丰富，对，然后。诸位，你去看哦，这个我就觉得怪了。你像这个地标啊，我就一直觉得，我一直去看，你看那框框，你刚刚就奇怪哦，那都莫名其妙。那开多少钱？你知道？那开贵了8万。哦，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这样子看，我怎么看，我都看不出它的意义。嗯哼。你说，哎，客家行政院客家委员会苗栗园区，啊，给他冲一堆，啊，开贵了8万。那你会觉得有点无厘头啊，嗯嗯，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像这个部分呢、啊，就不够用心，嗯嗯，哦，你对提升使用率给这点嘞，不够用心呢。你看那个、哦、那个草间弥生啊，就跟 LV 合作的那个艺术家、啊，对，哦，你看这个随便弄一弄，好多人就会想说，哇，这个水哦，来看买啊、哦，对，可以类似的多用点心呢、啊，嗯嗯，你看那拄啊那块跟这块，我唔然。诸位，你的眼光呢？当然，我完全同意。你的地位更高的啦，你看这个跟刚刚，你看你那个客家园区的那个地标，差别多大？是我完全同意这个张委员的这个审美的眼光，我非常同意。
不是我审美的眼光啊，是那个一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是啊，没有错，什么东西是好我做无啦，对对，啊，什么代志看的，干嘛讲哎，起毛一样，那你爱来看，是，你看就知道，人家这个实在是就好多了嘛，啊，你刚那个屌给你跪地啊呢，你会觉得这有点莫名其妙。我们会检讨看怎么样来改进的，因为这个连现在连名称都不对了，连名称都不对，对对，名称都不对，名称已经改了，主改了、啊、所以说嘛，对对。如果你知道那个那最主要的症结是什么，你知道吗？哎，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个无心嘛。哦，是，真的。OK， 那叫做无心，是，那就是你不敢去拍，你知不知道？你把他们标一次的话，我告诉你、下次你再去看的话，每样东西看起来都不一样。哎，钱不是我们的。民众，我们老百姓的民脂民膏，那没敢淹的孙呐、那要创造出更大的一个效益、你去做一个比较，你就会发现说，啊，汗颜呐、啊，要改进了、啊，注意，是，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张伟。接下来我们请黄伟哲，没有来吗？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不在。林立常委员，林立常委员，林立常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林德虎委员，林德虎委员，林德虎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蒋乃兴委员，蒋乃兴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蔡益瑜委员不在。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不在。Glass 委员，主席有请诸位。请诸位，哎，高委员你好，哎，诸位你好，辛苦了。那么在106年的预算里面，我们看见一笔哦，预算还蛮振奋人心的，但是也还蛮令人忧虑的预算，因为这笔预算哦是以前没有的，就是在推展及辅导客家传播媒体业务的项下，有一笔推动成立。客家公共广播电视集团的这个预算，那钱是编的不多，只有260万。好，我说我没有看错的话，您预算书上的说明是说要办理成立客家广播电台的先期规划费，因为只有规划费，所以260万。那可不可以请您简单说一下目前规划的进度跟开台的时间表？好，跟委员报告，就是现在这个电台的。这个进度就是上个礼拜才 NCC 通过我们的筹设许可，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在申请那个架设许可，在这个法定的程序里面呢，同时呢我们也平行作业，包括对于现有的民营的电台的业者的沟通，以及有一些器材的这个购买，那么也同时在进行。那么预算的部分呢，这个我们今年106年度暂时没有在编，但是明年呢，预定是明年6月那个也许客会成立15年，这是目标了，那么成立15周年那么来开播了，所以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这样子。我曾经有听到一个讯息，就是其实原定下个月中就要开播了。对。那问题可能是出在哪里？其实这里面当然因为主要是器材的采购，那么因为涉及的金额还蛮大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它必须啊经过这个有得到这个那个 NCC 的许可，要等就是必须前六个月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进口了。那么之前呢、
我们得到一些讯息哈，就是说，哎，也许国内有一些器材也不一定，但是真正上网之后才发现哈，其实这个部分目前来讲还是要从国外进口，所以它从许可到最后准许输入哈，到最后架设呢，其实至少差不多就要半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那为什么会定12月28号哈来作为开播日哈？那么因为这个日子对客家族群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哈，值得纪念，就是因为当年是1988年哈，那么12月28号是还我母语大游行哈，这个一个就是对母语争取母语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了。所以其实主委您讲的非常的好，那本我先说我的立场，我本席绝对非常的支持客家广播电台的设立，但是您刚刚也讲到，您说原本希望12月底，因为这是全国母语日，对，那现在呢希望如果顺利的话，在明年的7月的话可以的话也期待，好像我们要很用力的祷告，是这个中间好像有一些不知名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为什么会让你好像不是很有信心的可以明确的说到底何时开台呢？没有，现在刚刚讲的纯粹是一个法定程序以及器材进口的程序哈的问题了，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因素了。那其他因素，这个六月等于说，客委会成立哈，那个这是第二选择了，所以现在进行第二选择的目标在进行。好，那其实我知道这如果成立的话，会是客家人民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台。但是呢，现在哦，我们在过去这一周两周，也听到了一个讯息，一个新闻呢，哈，就是说，因为原本应该释出频道的中国广播公司，他不愿意按照行政院的决策，不愿意按照先前的承诺，不愿意依规定，依法把目前拥有的中广宝岛网交回给国家，让客家台来用，所以才导致客家广播电台无法顺利开台。除了您刚才讲的一些器材相关设备采购的原因之外，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可能的变数？这个因素其实当时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也都有考虑在里面的，因为这个部分哈，其实应该在简单讲，就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省客委会预算，立法院就有一个附带决议啊，就是要把中广哈这个两个频道呢交给原住民委员会跟客家委员会哈来规划啊各自的电那个广播电台。那么在102年的时候 ，NCC 哈更进一步明确的哈。明确的要求哈，这个就是说朝这个地方规划，就是两个频道哦，交给两个会呢各自去规划原民电台跟哈客家电台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不认为应该，这个应该是都应该都有共识，而且这个事情酝酿已久，最重要就是他这个是前总统马英九哈的政见，也是现任哈蔡总统的政见，所以是两任总统非常明确的政见了。其实您讲没错，其实刚才这个主委因为很清楚这个情况，所以大致的这个大事迹都已经摘要出来。对。可是我们现在一直很不解的就是，为什么日前中广还指控这个民进党政治迫害，说打压新闻自由跟广电自由，只因为历经两任总统，尤其大部分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所做下来的决策，就是中广应该释出还给国家两个频道，目前的中广音乐网给原民广播电台使用，目前的中广的宝岛网应该要还给这个客家台来使用。那么其实讲到这个大家可能会，我想诸位应该比我更熟悉，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频道由交由中广来使用，这段历史其实很早以前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湾的时候，因为当时要跟对岸的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用无线广播来打心理战，心脏喊话，所以差不多到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当然当时还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就把大功率的调频频率就给6家全国性的广播电台来使用，中广就是其中一家。但是在过去这30-40年间，因为我们也已经解严了，我们的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已经终止了，所以应该依规定要把频道还给人民。可是呢，这来来回回，我们看到这个好几次的这个 NCC 做出了决策，但是中广又诉愿。那么现在NCC 又做出了一些决定，
那中广又诉愿，好像说就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的拖，原本该还的已经拖了十年二十年都还不还，导致我们现在原民的广播电台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开播，客家的广播电台我们很期待明年的七月可以开播，那也不晓得会不会有变数。那么我想请问这个主委的，其实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些东西应该都跟政治无关的，不是什么民进党要打压国民党，而是要求中广环频道的决定，其实在国民党执政的 NCC 的时期就已经做出决定，所以关于媒体禁用权，不管是谁执政都应该要讲理，都应该要守法，而且人民的媒体禁用权应该是一个民主进步的国家非常重要的人民的权利指标，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又看到中广到日前又提出了诉愿，说要告 NCC， 然后导致客家电视台这个广播开台的期程哦，可能又会新增一些变数，而且认为这个是民进党打压国民党，或是打压这个亲国民党的媒体，您的想法是什么？对，这个NCC 哈，我们是认为很早就在，因为我们特别查过资料嘛，102年的 NCC。就明确的指明这两个频率，而且那个时候 NCC 还要求哈客委会还有原民会提出电台的规划，啊，所以到105年就是今年的年初哈，就确定哈这个就是说这个频道啊要交还给国家，然后那个核配给哈啊这两个台了，所以现在如果中广说这个频道还给你来做客家台，这是政治的打压，你可以接受这种讲法吗？这个跟我想跟政治应该是完全无关嘛，因为而且这个事情我说就早期就是，而且马英九总统在政见的时候就特别也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所以这个也不是民进党上台了以后才做的决定啊，这个是在国民党执政时代就已经做的决定了。好，我们看到客家基本法第12条指出，政府应该保障客家族群的传播跟媒体禁用权，所以应该要依法扶助设立全国性的客家广播还有电视专属频道。我想这个是主委您现在在这边也是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的政府都应该要尽的义务，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所以您在这边可不可以简短的说明一下，您个人对这个全国性的客家广播电台的蓝图跟愿景是什么？当然，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啊，对客家现在第一个就是因为客家哈分成五大哈这个语系哈，然后还有东部哈这个二次很多南投哈等二次移民的客家，假设有一个全国的哈这个客家电台的话，其实可以不同语系哈不同地区的客家的经验啊，可以透过这个广播呢，大家可以分享哈，可以教的。而第二个呢，也借这个哈广播电台来推广哈，其实对于它对语言的哈这个传承呢，有很大很大的一些帮助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希望未来这个电台能够达到的哈啊这样一个目的。好，我们很希望哦，这个政府其实应该要提供频道给客家广播电台。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支持，我们要成立全国性的客家广播电台，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义务。希望不要再有非常多这个政治口水战来这个阻碍我们客家广播电台的成立。相信主委应该也是支持的嘛？是，谢谢，好，谢谢格拉斯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咨询，我们12点休息哈。好，谢谢主席，请主委。哎，萧委你好。主委你好，现在客委会在积极推动这个浪漫台三线啊，那不管是去年总统选举当中也成为了一个焦点，那也反映在我们下个年度整个客委会的预算重点当中哦。那在多项预算当中也特别有框列哦，不管是产业生活环境的营造，或者是新的文创哦等等啊，都有特别的做框列哦。那这样子当然是有一些新的契机，但是对于其他的区域来讲哦，很容易被觉得自己被忽略了啊。那我们也有人对客委会有所质疑，说是不是太多的资源集中在这个台三线上？
但是我看到客委会的预算当中哦，有提到花东纵谷漫游廊带。哦，也是一个要同步规划跟浪漫台三线客庄同步的来规划的花东纵谷漫游廊带。那么刚好这个交通部也正在就花东台九线哦，也是东部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干道，台九线的整体的安全景观大道的一个建设的专案。那这个专案其实规模蛮大的哦，光是接下来的这个专案经费就框列了99亿，而且这只是花莲县境内。那加上过去的40多亿，加上未来的99亿，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专案。但是我们希望这个道路不是只是一个交通的廊道，哦，它是有在地的特色，有在地的文化，而且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哦来到地方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亮点。那所以我非常乐见在客委会的这个预算报告以及未来的工作重点当中哦，将花东纵谷漫游廊带哦并列成为一个未来要同步规划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请教主委，就是对于这个纵谷漫游廊带，因为在整个报告书里面是有提到，但是并没有针对内容的部分做很具体的说明，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对于花东纵谷漫游廊带哦你们未来的执行规划是如何。那个跟谢谢，首先谢谢那个肖委员哈，那个那接下来就是对于东部哈，其实所谓的那个过去哈，那个我们对花东地区的补助哈，尤其是客家文化生活营造的部分呢，这个补助的金额哈，其实远超过哈很多其他的县市哈，所以占第四名哈，占第四名，而且平均比例也差达到预算的10%了哈。那么对于未来所谓的那个花东哈漫游廊道，这也是总统的政见哈。那么其实这个建设最重要，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同时用人文哈。好，比如说我们到凤林去的时候，啊，凤林过去哈，那么我们客委会也曾经支持哈这个客家那个文化馆哈。那么那里因为凤林的那个教育风气非常的盛行哈，所以怎么样去协助这些团体哈，那包括漫游哈啊这些组织哈，能够去发展它的观光，所以在整合的行销方面我们会协助它。那么对于推出一些新的产品，现在正进行产业的辅导，这产业辅导目前进行的是这个是叫第二阶段是吧？就是说有1500万嘛是吧？1500万，我们。第一期啊，会辅导12个亮点计划哈，那么会整个台九线呢会串联起来了，所以在产业十二个亮点计划是各乡镇在提案，还是客委会主动来执行的？现在客委会是委托一个专业团队哈，在各地去访查，然后请各地呢自己来提案。那这已经在进行中了，这个正在进行中，这个访查的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对对对对对，正在进行。对，那你们预计在下个年度的这12个亮点的计划，现在的预算是1000多万。对对，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不够？好像不太够哈。这个是什么？是十二个亮点计划，等于是平均一个亮点也只有100多万而已啊。第一期的示范计划就先把它选出来以后，之后呢要如何去扩大它的营业能量，包括行销，那么这个会不会持续来做了。那除此之外，我刚提到的整个漫游廊带，你们的构想是就个别的亮点 来做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规划呢？因为浪漫台三线你们也整合了生活环境的营造，那光这个生活环境的营造就预算在所有的7亿多里面就占了4亿多的预算哦。那对于台九线的部分哦，你们在未来的规划是如何呢？台九线部分还是要各地提案了，比如说像吉安乡哈，他提出的所谓浩客艺术村呐，那么第一期的计划跟第二期计划他提的，我们认为是，就是能量上也许一开始要建造这么大哈，这个资源的投入的效率哈是值得哈去考虑，所以请他就是折中啊，就现有已经整理好的空间，
先做营运，所以我们补助他们内部的哈一些装潢哈、嗯。那么这个事业如果成功的话，第二期要扩充，这个我们一定会继续支持的。那、嗯、第二个就是另外对于客家二次移民很重要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景观啊或遗址哈、啊，或者是聚落哈、啊，那么有提出一些环境那个环境营造部分的部分，我们也一定会去哈、啊、这个支持了。所以诸位听起来你是都在等地方提计划了、嗯、哦，那。这个地方计划刚主委有提到这个吉安乡的这个浩克艺术村哈、哦，那这个我们也一起到地方去看过啊、哦。那这个当然客委会愿意来支持啊、那逐步的来让他的能量能够展现出来，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乐见的哦、嗯。那另外有过去前市长田志轩本来所提出的一个还未完成的一个计划、哦、就是对花莲市公所旁边的浩克文化会馆它相关展示空间硬体设施已经完成，但是对于内部空间的后续的规划，那如何能够加值，有发挥它的加值效应、哦、跟地方的产业有所结合，这个部分、也希望客委会能够投入、相关的资源来协助地方完成这个原始的计划。跟委员报告好，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浩克文化会馆哈，那么他所提出的需求啊，我们也全部哈、啊、照数哈、啊、这个通过哦，也都愿意来全部都通过了、哦、哎，而且还是说，如果将来啊，这个全部那个内部的那个一些设施如果做好的时候，将来营运方面我们也会继续去协助哈、啊，来辅导来扩大了。好，那刚主委提到的这几个案子哦，都是地方所提的案，那由中央来补助跟协助哦。对。那但是我们在浪漫台山县里面看到，我们报告特别讲说它是一个国家级的计划，可是听起来我们东部都是地方级的计划、哦、地方型的计划，也就是客委会被动的等地方提计划，那可能提了十个计划里面只有两个是觉得符合比较可行的，符合我们相关要推动的文化产业或者是生活环境改造的这个效应，那对于其他没有过的这些案子，是不是我们可以更积极的来辅导地方，来协助地方看这个大家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哦，大家多一点沟通，让提案的内容可以更为完整，能够呈现确实符合我们整个客委会要推动的一个方向。因为我想在台山县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国家级的，等于是客委会自行去办理哦，还是你们台山县也是像东部一样等地方提案再来办理，还是客委会有更多的这个主导的空间，那人力资源的配置上面可能就会让人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差异哦。那所以与其等着地方来提案，而且这些提案内容可能还要经过多次的修正跟调整哦，这个漫漫长路哦，不如我们也主动的来协助，像刚刚主委有提到所谓的专业的团队，哦，对于地方有潜力的地方哦，那同时我们也希望是尽量以独一无二的这些特色哦来做发挥，对哦，例如说。在台山县一带，桃竹苗同花季是非常盛行的、可是不是每一个客家庄都种满着同花，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应该要去复制、它有它独一无二的其他的这些特色，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发挥、所以能不能就国家级的台山县跟地方级的这个台九县、能不能来做一些平衡跟这个提升。对，跟萧委员报告，其实台山县我们当然各会有一些萧委员时间到整体的一个规划，但是基本上还是由县市政府提案。好，基本上台山县也都是等地方政府提案，台山县我们有一些构想，然后跟地方政府沟通，所以你们框列的预算也未必能够全部执行啊。对，因为地方提案它也未必符合，对，还是跟地方沟通，由地方提案的。那么像东部地区也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意思说是没有差别嘛？差别其实不大，我们要讲这个漫游廊道纵花东纵谷漫游廊带也是国家级的，好、这样的讲法有错吗？不，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萧委员讲的，我们以后我们会请我们的专业团队加强跟地方政府还有乡镇公所或者社区的团队大家来沟通了，就把一些想做，因为其实花莲客家有非常大的特色了，比如说这个天下第一客村的类似这样东西怎么样把它做到真正有价值，这个我们会请大家来沟通，谢谢。好，那是不是纵谷漫游廊带也提升到所谓国家级的这个概念 ？OK， 比照西部的台山县来办理，这样可以吗？
这个，这个我政府其实说是，其实台山县哈是由比较计划型的一些构想，然后由地方政府提案，这个方式呢哈，其实也还在这个尝试当中的。如果这个院长，那我们可以同时来进，林院长有提过哈，就是说如果这个模式如果成功的话，会推动到花东，推动到南部的六堆了。好，那我们要等他成功，可能遥遥无期呀、啊。OK， 是可以同步来。好，这个我们可以来同步来做。OK， 好，我们可以同步来做。好，我们来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把它提升，让感觉落差不是那么大了。嗯，其实不，这话如果讲回来说，其实台山县哈早期哈它被忽略哈，那个资源呢是相对来讲欠缺。所以现在是，你用书面回答。OK， 好，那我书面跟。要有个平衡啦 ，OK， 好，不能让人觉得东西的落差太大。OK， 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周成秀霞委员发言。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我们请陈其迈委员。我们等陈其迈委员执行完，我们再休息哈。主席，各位同仁，我请教一下主委。那请主委。陈委员你好。这个主委好哈。我们今天想跟你就教的是有关客家的这个传播政策的这个部分哈。那在2016年的这个蔡总统啊、哦，当时的客家的政见里头，在2015年的8月22号，当时曾经提出建立完善的族群传播体系，让客家丰富台湾多元文化。是，那其中开宗明义最重要就是建立公广集团，客家公广集团，然后在维持客家主体性的前提独立运作，那合理规划成立的这一个客家广播电台，然后以电台电视结合。那以及各地方频道的策略联盟为基础，建构客家公共广播电视集团、嗯，这个是蔡总统在2015年的这个当时竞选总统的一个政见、啊、对，那所以这个客家公广集团变得是非常重要，但是在今年的预算书里头啊，我大概只看了一个260万的客家公广集团的掀起挂号费用。大概是260万，所以在你的想象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客家公广集团大概可以成立？那个启程你的规划大概是怎么样？好，跟陈委员报告了哈，就是说当时在编列这本预算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时候频谱哈，这个频道呢哈还没有完全这个确定的哈，没有。那么现在频道确定了之后呢，行政院方面哈也全力支持，那么我们客委会方面呢也全力哈，那么在做营运计划书，还有做各种、这个是广播了哈，对广播的部分。我现在是在讲说客家公广集团的这个整个集团的一个对啊建立，大概那个我们有没有一个啊起程表？客家公广集团的其实建立牵涉到客家基本法的哈一些修订，那么客家基本法修订呢，我们现在已经内部已经完成一个草案，然后正在进行咨询哈，以及公听内部公听的一些程序了哈。那么预计在立法院下会期呢，能够送到立法院来哈，请大院哈来支持了。啊，有了客家基本法这个授权之后呢哈，那么会成立哈这个一个客家啊公共广集团的基金哈，或者是啊，透过修改公共电视法，因为有客家基本法的那个授权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现有的公广集团的公共电视法去修法，让客家公广集团能够成为有主体性啊，那么也可以共同营运，这些都是选择，都可以做来讨论。那么其程方面，当然就是说，希望客家广播电台明年6月就开播。那么至于公广集团的部分，希望在明年底哈。能够有一个有个具体的一个进展的。那什么叫明目进展？就是说，如果公共电视法修法有困难，那么客委会可能单独成立一个客家哈公广集团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基金会哈，或者行政法人。那么也是在希望在能够在立法院呢，那么
那个明年底能够完成一个通过，然后让我们在后年可以编列预算来处理。那个主委，我建议了哈，这个大概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一个是修改公共电视法，一个是我们这个客家基金会的一个所谓的设置条例。对，那当然这个是重点是在于说整个未来的公广集团的一个客家公广集团一个运作了。是。那我会建议采取一个专法的一个方式啦。OK， 好、哦，那这样会第一个就也参酌过去，包括原民基金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好、哦，那、可能在整个立法的一个时效上是哦会比较快速。好、yeah.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在过去啦哈，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公广集团的一个成立啦哈，它也牵涉到说，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说广播节目啊、哦，我们现在大概有七个民营的这个客家广播电台是啊。哦，那另外一方面，在电视的部分，就是我们客家电视台委托给这个公视在做直播嘛。是。那我当然我也觉得说，我坦白讲，我非常不满意现在客家电视台的这一个整个直播的一种方式了。对。那不满意在于哪里呢？不满意在于说，它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自制比例啊，只要以104年来做计算，104、105，它的自制比例大概四成左右。是。哦，它的这个自制比例不高哦，那委制就包括委外哦，或者是外购的这个部分都就将近大概是六成了。嗯哼，哦，所以你假如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客家公广集团啊、哦嗯，然后客家电视台由我们以客家人为主体性来制播这个节目、嗯、哦，那委托给公视在征求台长啊，或者是在用这种这个方式啊，有将近六成的这个。这个委办啊、哦，或者是外购这个部分，嗯、我想这个部分恐怕很难加以导正了、哦。那我的意思是说，你除了说你有这个我们公广集团辖下的这个客家电视台之外，嗯嗯、这个不必然排除说，那以后要看客家节目一定要到这个客家电视台，那公广集团就不处理这一块、嗯哦。我举一个过去啊，在威权时期的一个例子了、哦嗯、像当时的华视、嗯哦，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当时是你只能讲国语。比如说你到黄金时段8点到10点，你不能讲台语、嗯哦。那慢慢因为这个民主化跟这个威权的一个结构呢，嗯、那有一些节目，它是有国语有台语这样交叉。嗯哦、那换句话说，你从整个节目来看呢、啊，包括说现在在看客家电视台，它的这一个收听的一个族群年龄偏高、哦，那甚至在客家地区的满意度啊，还比。这个一般的非客家地区全区的台湾全区的这个满意度全区还低、嗯、那就意味着说其实你客家电视台的节目你假如要打入主流的、嗯、或者也不是说主流抱歉、嗯、就是说一般的这个不分族群的、嗯这个民众啊都能够接受、嗯、你其实有一些节目啦、哦嗯、是应该要有台语客语国语交叉混杂、嗯哦、那有的甚至你的广播节目你讲了一句客语可能要讲了一句国语或者这个华语或者是讲了一句台语、嗯、你要交叉混杂让各族群都能够很快的理解说啊他讲这句话客家话是什么意思台语是什么啊这个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嗯嗯、这样才能够让整个客语成为跟这个所谓的闽南语或者是台语跟所谓的这个北京话国语一个主流的一个大家共通使用的一个语言嘛，是应该要这样朝这样规划嘛。所以我的想象是说，你的客家电视台未来公广集团成立之后啊，这还有你的这一个公共电视里头的这些相关的一个节目，也应该有客家比例的一个代表啊，让整个公共电视的一个节目里头也能够，我们也可以常常很熟悉的这个频率非常高的接触到客家话嘛。对，哦。所以我这个跟我们客委会来做以上的一个建议啦、哦、是这样大概会比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整个在客语的这个一般的年轻族群也能够或者是说一般不懂客家话的族群也能够这个每天这样听客家话就会比较容易熟悉客家的一个语言。好、哦、这个是跟我们主委做以上的一个建议啦、哦、谢谢陈委员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就是说，纵使说客家电视台离开公共电视啊，其实现在所谓的主要的媒体哈、啊，也不一定是讲主流媒体了，就是也要有各种不同语言哈、啊，包括客语哈、啊、的一种这个播出哈、啊、使用。那么客家电视台呢，相对来讲有很多的节目呢，也必须反映现在社会的现况。其实现在都是很多多语言使用了，多语言使用。对。那另外一个哈、哦，
我也是比较倾向说刚刚在讲的这个订立专法，然后成立客家公广集团。我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现在客家台在整个公广集团里头，对，它还是毕竟在现在的一个运作，它资源的一个投注，客家电台是少数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每年的编列预算有4亿多，对，这个每年的这个限制性招标是委托给公司在经营，但是在整个公广集团的营运的一个策略里头，这个客家电台坦白讲是被边缘化。这个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是的，所以我是希望说这个主委啦，对，这个包括说在我们明年三月的客家电视台的客家电台的开播，对，跟未来的一个公广集团的一个蓬勃发展，这个是蔡政府是民进党政府的一个政见啦，对，你否则说客家电台从过去包括这个马英九总统到现在，好不容易说因为政党轮替把中广两个频道收回来，一个交由我们这个客委会来经营，一个由原民会来经营，是，没有收回来的后果是什么？没有收回来的后果就是国民党现在包括他的一个资产人事会计都还有实质控制权力的中广公司，这个恐怕被认定都还是党营事业附随组织的状况之下，还继续在经营一些所谓的这一个用公家的一个资源，或者是说用公共的一个频道，还在做一些商业的一些用途的，这个并不符合我们所谓的多元文化，或者是频道多元公平使用的一个机会。你毕竟中广五个频道，你收回来两个，它还是市占率还是最高的一个电台嘛。所以我也期许说，这个李主委在我们未来客家电台这个收回经营的时候，我们立法院至少就民主进步党的党团跟我个人我都支持说，在整个预算的一个编列。跟整个人才的一个延揽，跟节目的一个制播，我们都会全力来支持我们这一个客委会，能够就客家电台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流受欢迎的客家电台，好不好？谢谢陈委员，希望说这个客委会能够，我们一定会好加紧努力，加紧努力。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预算的编列了，我当然我是只能删减预算，我不能增列预算了，是，但是我希望说。有关客家公广集团这个编列你编260实在是真的是太少了跟委员报告，今年如果明年这个需要的一些费用，包括器材的购买的费用行政院已经全力支持了。这个那后年呢，我们会自己编列预算。这个主委，我会比较野心大一点我希望下个会期是我们。客家公广集团的专法是在下个会期就是说在大概七月的时候，我们休会六月的时候，我们休会前就能够完成立。OK， 好，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客委会能够加快脚步。好，好不好 ？OK， 好，谢谢陈委员。好，谢谢。好，那个我们休息，下午2点继续开会。好，谢谢诸位，谢谢。1点左右，提案出来。